报告委员会出席为12人，已足法定人数。哎，各位委员，我们现在开会，但是我今天也仍然要开会前，我建议一个事项啊，哈，就是今天呢、会议我们仅处理106年度的预算审查相关事宜，与本日讨论主题无关之事项，也请主委不必报告，就是业务报告不用报告，因为我们所发出去的公文是里面只有预算哈收支的一个报告，所以业务报告的时候请另择期处理。那没有无涉于啊106年度的预算内容啊，我们就把它省略掉。那请我们的主委于今日中午审查预算前，向内政委员会补送更正后之更正以后的预算书面报告。各位委员没有意见，我们就如此进行。那现在进行报告事项，请先读上一次会议议事录。立法院第九届第二会期内政委员会第20次全体委员会议议事录，时间105年12月19日星期一上午9:18至12:12，下午1:37至6:42，地点红楼202会议室。出席委员李俊毅委员等15人，内席委员陈欧珀委员等17人，内席官员行政院大陆委员会主任委员张小月率同所属，行政院主计总处公务预算处专门委员郑焕栋，主席陈昭基委员超明。报告事项，先读上次会议议事录，决定确定。讨论事项，继续审查行政院大陆委员会主管收支部分，财团法人海峡交流基金会106年度预算书，财团法人台港经济文化合作策进会106年度预算书，审查大陆委员会近3年补捐奖助其他政府机关团体或个人经费报告表5案。继续审查大陆委员会近3年办理政策宣导相关广告汇整表共4案。决议，税入部分照令。税收部分，行政院主管，大陆委员会原内9亿5105万6000元，减内委办会200万元，科目自行调整。第一目一般行政项下人事会50万元，业务会150万元，科目自行调整。第二目企划业务项下研究与资讯服务10万元。第三目经济业务50万元，科目自行调整。第四目法政业务400万元，含推动法政交流政策规划及研拟推动100万元，捐助海基会办理两岸中介事务200万元。第五目港澳业务300万元，含业务会50万元，强化台湾与港澳沟通及磋商机制50万元，台湾与港澳交流服务工作200万元，其余科目自行调整。第六目联络业务200万元，科目自行调整，共计减内1360万元，其余经照列，改列为9亿3745万6000元。本项提案4案保留送院会处理。本项通过决议24项。第四，行政院大陆委员会函送财团法人海峡交流基金会106年度预算书及相关资料审查结果，收入总额延内2亿2201万4000元，减内200万元政府补助，改列为2亿2001万4000元。支出总额延内2亿7528万2000元，减内处理两岸事务200万元，改列为2亿7328万2000元。本期短处5326万8000元。本项通过决议14项。五，行政院大陆委员会函送财团法人台港经济文化合作促进会106年预算书审查结果，收入总额583万6000元照列，支出总额562万5000元照列，本期剩余21万1000元照列。六，审查行政院大陆委员会近3年补捐奖助其他政府机关团体或个人经费报告表共5案，决议。以上各案均准予备查。
七，审查行政院大陆委员会近三年办理政策宣导相关之广告汇整表共四案，决议以上各案均准予备查。八，106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关于大陆委员会主管收支部分经审查完竣，审查结果函送财政委员会处理。九，106年度财团法人海峡交流基金会财团法人台港经济文化合作促进会预算书案审查完竣，凝聚审查报告提报宴会公决，不需交由党团协商，并推请陈召基委员超明于宴会讨论时做补充说明。十，讨论事项第四案、第五案均准予备查，拟具审查报告提报宴会。散会，宣读完毕。请问各位委员，上次会议议事录有错误或遗漏？若没有错误或遗漏，我们议事录就照此确定。现在进行讨论事项，请宣读。讨论事项。审查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关于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收支部分，宣读完毕。现在我介绍列席的官员，我们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啊，主任委员顾立雄，主任委员，那张宏哲主任秘书，调查一组陈志成组长，行政组廖炯志组长，还有我们理事会主计员，还有我们李威正人事管理员，还有行政院主计总处公务预算处陈秀敏专门委员。那我们现在请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顾主委预算报告。主席、各位委员，还有在座各位女士、各位先生，我想我们就遵循这个刚刚主席的指示，就业务的已经进行的业务的部分就省略哈。那在这里，首先还是要代表这个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哈，来感谢各位，就从8月31号依法设立以来，给我们的批评、指教或者是支持，那代表本会向各位委员致上谢忱。就本会的106年度的单位预算，是依据中央政府总预算编制作业手册等相关规定及业务计划需要这个筹编。那105年度的这一个预算执行的情形呢，它是奉行政院预算法第70条第三款的规定，以中央政府总预算的第二预备金核定了动支数额通知单，核拨给我们人事费、业务费、办公室装修及购置设备等经费，总共是2824万元在案。那截至105年的12月15日止，累计的实现数是1911万6千元，占户数是20万元，合计1931万6千元。各项经费呢，都依规定呢，秉这个遵节原则呢，核实之用。那就106年度的预算的编列情形呢，本会依据政党及其附随组织不当取得财产处理条例的规定，是掌理政党的附随组织、政党附随组织及其受托管理人不当取得财产的调查、缓缓追征、权利回复及本条例所定的其他事项。那106年度的税出预算是编列了5552万元。那就各项业务计划编列概况说明如下：第一，是一般行政这个部分编列了4083万1千元，主要是支应本会人员的人事费及基本行政工作维持所需要的经费。第二部分是党产处理业务，编列了1425万9千元，主要是进行财产的查核、调查、追征业务的专家学者费用、出席会议出席费、举办调查专案各类的听证会、记者会、推展调查业务的研讨会、座谈会及建立专属网站等等经费。那第三部分是第一预备金，是编列的43万元。那我们预期的施政绩效是希望透过受理政党及其附随组织等的财产申报，收集
申报义务人财产之取得来源与处分状况，以作为追踪及查核其财产的基础。那另外呢，透过财政部的财政资讯中心及各县市政府地政单位所提供的资料，全面清查政党及其附属组织现有以及曾经持有的不动产的变动状况，厘清可能不当取得财产的项目。第三，运用收集之相关背景资料，依据相关的法律规定及程序进行事实及证据的调查，并依法举办公开听证，厘清政党、附属组织及其受托管理人之财产范围以及其不当取得的项目。第四，采行奖励的方式，鼓励民众举发并提供相关资讯，以有效追查市政。第五，建立专属的网站，及时提供相关调查报告，并公布已经追回的不当党产或追征价额的进度，以维护人民之的权利。第六，透过各类研讨会与座谈会的推展，深化政党政治公平竞争的民主概念。那以上是本会106年度施政计划的重点及预算编列的主要内容。有关各项业务计划的编列的详细的比较情形，那就请各位委员能够参阅所附的税出机关别预算表。这一个部分的这一个预算，也请各位委员能够支持。感谢各位，谢谢。现在我们开始行答，本会委员发言时间8+2 10分钟，非本会委员发言时间6+2 8分钟，截止登记时间至12:00为止。现在请登记第一位的赵天麟委员发言。好，谢谢赵委。我想请顾主委。赵委员好。好，顾主委好。我想今天再次跟您在这边见面，当然是觉得一方面有觉得您回娘家的感觉，二方面也当然也对于你现在身兼的任务啊，我们要予以监督，那也予以为您加油。那当然就是首先想要这个请教一下您的心情啊，这一段时间以来，从立委的身份变成这个主委的身份，而且在进行全民这么关注、有高度民意支持的这个党产改革的事宜，过程当中并不平静，也有暴力对待、攻击，那当然也遇到了很多反改革的这样的一个悲歌。那我想你可不可以分享一下身兼这样一个历史性的重任，你的心情怎么样？我只能够说，这样子的一个这种具有走完民主最后一里路的这样子的一个工作交给我，我当然是有着一个压力存在了，这个不得不讳言。那在这样子的一个承担之下，我觉得也就是全力以赴了，就是全力以赴的想法。那么简单讲就是说，我认为过程中的风风雨雨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看待一个长远的台湾的民主啊，是不是能够最后被坚实的落实。那这一点就是涉及到转型正义，我们对过去那一段时间如何能够去深刻的让国人能够理解，我们不会在未来的日子的有被任何复刻的可能性。这是我现在的就是担任这个工作以来的，现在就是每天在想的这个唯一的想法就是如此。是，好，这个辛苦了哈。那不过我想就是您除了是一位就是政治人物，现在是政务官以外，其实你也是这个国内颇负盛名的大律师，所以我相信法学的素养对你来讲一定是基本的要求。所以呢，因为我们立法院有通过不当党产处理条例，所以您也是依法成立的党产会，你现在也在依法行政当中。当然不可讳言的，有很多人在反改革的过程中，他必须要给你贴标签，说你这是清算，你这个是违法违宪的事宜。所以我要再次请教你的问题是说，对于目前的作为，包括把中投在内的这些国民党的党产，把它收归国有的这件事情，跟到目前的处置，你有没有信心它基本上都是在法律所授权你的范围之内所做的合法的行为？我以一个党产条例的主管机关的立场，我相信我就忠实的执行党产条例赋予给我的职权，然后我进行了一个必要的听证程序之后，
那我们也透过这个处分书详细的论述，大概我们这个处分书有关中投信义台命移转国有这一个部分的处分书有公告在网站上面，那么这个部分有详细的去论述说明我们所查的一个证据，那其中包括就是说我们还特地要跑去这一个政大的设置中心，有关这个国民党放在那边的档案，我们同仁要一一去抄录下来。那么我们也引用了当时在相关的这个东德跟西德之间的一个经验，也就是说西德也当时在柏林围墙倒塌之后，东德垮台之后，也成立一个类似的一个独立的委员会。那么他们也去说明了这个何谓违反实质法治国原则的不当取得的财产。就这些部分呢，我们参照他们的法律上的见解，然后参照我们所收集到的台湾本土的相关的所有的证据资料，然后做了一个充分的认定。那我觉得最后当然检验是在法院，那我们会到法院，然后去向法院做相关的说明，然后也让法院能够体认这一个为什么要处理不当党产的这一个征地，那以及它的价值。我希望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公开的论述说明讨论，会让这个转型争议能够在台湾进一步的落实。好，我接下来问你的问题就蛮重要，也是最近当然最新的进度你们大家比较关注的，所以想可能要麻烦你把麦克风稍微拿近一点，这个要讲得够大声哦，这个大家听得清楚一点。因为我们可以观察得到，其实国民党内不是没有改革之势的，很多人也会认为说这是国民党的历史功业，在改革的浪潮下，国民党也要站在改革的那一边，我有观察到。所以我想请教你，詹启贤副主席去主动找您谈所谓的把这个中投跟另外一间新育台来进行整个国有化的过程当中，所谓的这个行政契约，所谓的这个协议，这个过程你可不可以还原一下？因为现在我觉得经过几天的媒体报道，似乎有点模糊的焦点，似乎甚至呈现好像是您主动去找他谈的，你可不可以还原一下这到底怎么一回事？那詹启贤副主席他是自己去找您的，还是他是带着就是国民党的意志去的？这整个过程当中，我想你可不可以在国会的殿堂还原一下？好，我想我必须郑重的声明哦，整个这一个按照行政程序法所要进行的行政契约的一个谈判哦，这一个都是依照法律赋予我的职权，那么绝对是由国民党这边哦，由詹启贤。他说他代表国民党，他有经过充分的授权。那么首先呢，透过律师来跟我接触，然后之后也是由詹启贤副主席跟我主动的来 approach， 我们来进行这个所谓的。我插播一下，您刚才讲的意思是说，他跟你表达他是受到国民党的授权来谈的吗？对，当然。好，那怎么谈呢？所以如果回顾一下，早先开始的时候，詹启贤副主席好像都在相关的记者会上都由他主导。有关这个党产的整个相关要如何来进行的事宜。那因为这个行政契约在谈判有双方有一个合致之前呢 就这个部分的因为内容都还没有办法有合致的话，就不当然不可能说把这个过程全部公开嘛。那么那从十月初吧以来，那么就透过这样子的一个他主动跟我们接触，那他表达的意思当然就是说希望就这个党产的这个部分呢，他们认为归零的这样子的一个想法，他基本上是赞同这样子的一个理念的，所以他希望如何让党产归零这一个能够透过跟我们之间透过这样的行政契约的拟定就可以来处理。那双方他最后同意，就是说中投跟新义台的股权他同意收归国有，但他希望有一部分是保留用捐赠的方式，就是说还是捐赠给国有，但是希望是用一个所谓捐赠的名义变成国有。那在我的立场，不管是移转为国有、捐赠为国有，最后结论都是全部收归为国有，所以我们的立场没有什么拒绝的。这个必要，也就是说，他国有化、党产归零是他提出来的诚意，表示国民党愿意这么做。对，然后他也赞成国有化，但是他希望不要全部是移转，也有一部分是捐赠。哎，对，那他是希望说55%是移转，45%捐赠，
那捐赠的这个部分呢，如果有任何的鼓励所得，那希望作为这个公益使用。那我想作为公益使用，我们从我们本会的立场，我们也没有拒绝的这一个必要嘛。那接下来就是去讨论党工的权益。那党工的权益的部分呢，我们也同意，哦，党工的这一个权益哦，应该被照顾。所以双方也有一个合致，是说将中投的某一部分的资产处分之后，那么去这一个照顾党工，他们要全部结清，也就是说他们是有一个打掉重练的，就是全部结清再重聘的过程所需要的钱，对，处分一部分中投来去做这个事，对对对。我整理一下哦，这个东西很重要哎。詹启贤副主席如果代表国民党做这个事情，某种程度上社会其实也会有高度支持哦。他把国有化55%国有移转国有45%捐赠，其中一部分的这样处分财产，把它拿来做这个国民党的党工之前后再重聘的这样的一个之前的需要的费用，全部之前所需要一笔费用，然后这个费用呢，先处分一部分的中投的资产，然后拿来照顾党工。那这样的一个具有社会最大公约数的提案，那到底为什么后来胎死腹中了呢？那这个就是我不解的地方。因为詹副主席一直跟我说，他有得到洪主席的充分授权。那我们最后谈定了，最后他跟我说，抱歉，洪主席不愿意签，那我就做我应该要做的这个行政处分。哦，所以我想这个大家都在说什么我什么几连败之后就，这个完全是时间顺序完全是颠倒的。是他先来 approach 我，然后说明这个党产规定的一个理念是他的一个初衷，也是他坚持的。那么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行政契约，避免说像这样子的一个耗费时日的赠送。那么他认为这样子其实对国民党不见得有利，这是他的想法。我想，好，那所以今天可能大家要去问的是，詹副主席到最后跟我谈定了之后，为什么最后没有能够签成？那我大概看了一下相关国民党的这个回应，好像他们有内部有不同的看法吧，看起来好像是这个样子。所以这个部分应该是要问詹副主席的。因为我的时间已经到了哈，国民党内部的改革跟反改革力量确实有在拉锯，我们有观察到，但是是国民党的家务事，这也是他必须对于国家社会所接受公平的。党产会就做好自己的事情，因为你们是行政的部门、行政的机关。国会在这边立法支持你们，我个人跟我们的党团也全力支持你们做对的事情，站在历史正确的这一边。但是我们希望继续加油，不为任何的困难，因为我支持你讲的，这是改革民主改革的最后一里路，过程不重要，扛起来，我们一起完成这件事情，好不好？好，谢谢，谢谢赵委员。好，请加油。下一位，我们请陈一杰委员主席。主席，各位同仁，有请顾主委。陈委员。主委早。基本上我想，不当党产的这个处理，社会是给予非常高的期待啦。那当时主委您上任时，其实有夸下好语说，年底要让党产归零的这个目标实现。那现在呢，看起来进度跟预期差了一大段哦，应该是算有很大的落差。那所以这个部分，这句话是不是主委也要收回去呢？还是主委你认为在未来的一个政策上，或者是应该更修为保守一点的一些战略？我相信我讲的一个意思应该是说，我期待就是说，我们就我们所认定为不当取得财产的部分，哦，不应该再被这一个政党挪作这一个政治的活动之用。我想我的目标是在这个地方，目标是这样。那我想我的目标，我在我看来应该也有达成，特别是所以你认为目标上其实也已经达成到了。如果陈委能够看一下上个礼拜五大家讲的那一个命移转被停止的那一个行政，那个北高行的裁定的话，北高行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确认部分，就是确认说中国国民党的所拥有的中投跟信义台的股权，属于不当取得财产，这一个部分的确认要继续的被执行。
要继续的被执行。那这一个部分的意思就是，中国国民党不可以再从中投新一台的股权再如往年一样得到这一个十几亿这样的一个获利。所以主委，你认为就是说，依目前您对您自己的表现以及整个党产会对于整个国民党党产的一个处理，其实你是相对满意的，也认为是有在进度上的了。我们当然每一件事情都要虚心检讨，因为我们是新的机关、新的条例嘛，所以每一件事情都有值得虚心检讨的地方。但是我当然我们是全力以赴来去落实这个党产条例。逐步啦。为什么我们这样说？因为其实目前呢、，LINE 上面都疯传蔡总统上任半年83项的政绩里面，其实党产就占了3项哦。那所以这个部分其实外界的期待其实有相对的落差。那这样听起来，其实主委你并没有觉得下柄住啦，其实应该是有在轨道上运作，是这样子的意思。我们全力以赴。OK， 那现在也有传出说政院高层认为您的态度可能太强硬了，有点冲过头了。那甚至有可能党产都还没有归零，主委说不定要下台一鞠躬了。甚至呢，另外对于政院倾向处理国民党党产这个部分，也认为说节奏要放缓。那不知道这个部分主委有没有接受到相关的指示？那前几天的新闻，包括柯总召也说，这个哪处理不好哦，追讨国民党党产搞不好变成民进党的大巨蛋。那这样子的结果或这样的预期的结果，我们因为我们也不希望说像顾主委你也觉得到目前为止好像都在您的进度上，然后也在你的满意度上。那如果到最后大家都有这么多的声音认为您也冲过头了，个人色彩过重了，到最后先不说要不要下台一鞠躬，到最后如果真的英雄变狗熊，那这样我觉得也很不值。那主委在这里要不要说明一下呢？跟委员报告，我从来没有接到过院长或行政任何人有关说所谓太冲这样子的一个指示吧，或者是那节奏放缓这个部分，因为我们是一个独立机关吧，那我想我们独立机关就是秉持独立机关应该有的作为去作为啊，所以不会在意就是任何人给予什么样的一个建议就对了。其实大家都会有点误解，说好像好像觉得您个人色彩过重，或者是党产会的这个角色好像已经有点凌驾。我们委员会讨论是相当激烈的，是相当充实的。没有，因为现在外界都会觉得说，是不是个人色彩太重，或党产会甚至都认为可能顾主委您是党产会的狂人哦，甚至都有人会这么认为哦。所以我觉得是不是不要让觉得这党产会的一个色彩凌驾于法，我觉得这个其实是相对重要了。那尤其是昨天新闻报道披露后呢，国民党很多立委同仁好像才恍然大悟，梦中惊醒说，其实国民党的跟党产会有秘密会谈两个月哦，甚至有了所谓您刚说的那个8点协议。可是外界看来，我对你本来有这么大的期待，可是看来党产会跟国民党好像是在黑箱密室。那这个部分要不要说明一下，到底有多少人知道？当然，国民党内有多少人知道这个？我觉得本席不管，这毕竟是国民党的家务事。但是我想请教一下，那您的这个部分，蔡总统跟林权院长知道吗？跟陈委员报告一下，就是说，依照行政程序法的规定，行政契约最后谈定，经过委员会决议同意之后，就是要报到行政院认可的，这是行政程序法的规定。那么认可之后，自然会全部内容公开。所以我就这一个詹副主席有跟我来接触哈，希望来拟定这一个相关的行政区域征信，我当然有跟院长去报告，这样有跟院长报告。那整个过程转折，都是跟院长报告，就说谈判到哪里，然后整个彼此之间的一个过程转折，其实就是跟院长报告。我想我的报告大概就是大致上说明我们现在在谈判的一个主要的梗概这样子。那么详细的这一个部分呢，当然院长就是由我们作为一个独立机关去做一个谈定嘛。那当然因为最后要交了行政院做一个认可，所以我们当然也要跟院长报告大致上的一个谈判的内容这样子。那另外一个部分我想请教一下有关那个党产会委任律师的这个部分哦，因为呢目前党产会其实说真的已经3连败。那主委，你认不认为国民党其实是还有需要，还是或者是还有机会可以去跟党产会谈的吗？因为对于3次的司法判决，其实主委看起来应该是不服气的吧？主委，您服吗？大家都说3连败，那你到底对于这样的司法判决服不服？那国民党是不是还应该继续再跟党产会谈呢？
好，跟陈委员报告，我想我对这三次的裁定我是遗憾中有肯定啦。好，那因为两次的部分是就第一次的有关那个永丰金的账户跟那个九张的支票的这个部分，那就这个部分他们认为我们不明确的部分，我们后来正式做成处分有加以补强。但是我比较遗憾的是，他有关难以回复的损害，这个跟过去最高刑的历来的见解有略有不同。这个我也有举过像类似大埔案的案子，他就认为说这个还是可以进行补偿。那就这一个难以回复的损害这个认定，我认为这一个部分的认定有过于宽松。那目前那因为我想，为什么我要就叫您这个问题哦？因为我想了解一下，目前就是党产会委任这几个律师在跟国民党打官司，到底总共花了多少钱？因为已经连败三场，然后到底你们有没有检讨过？比如说政策上、标的上，很多人都说你们是应该要有相对的检讨，那到底有没有检讨过？依他们的专业背景，因为我看，目前高律师跟魏律师都已经职业都是超过十年以上哦，那所以基本上这样子，你们有做一个全面性的一个检讨。我相信他们的专业没有问题的。那现在总共我据我印象所及，应该有总共有17件的诉讼已经在进行，或者有刚刚提到委员有提到有一些裁定已经结束。那总共相关的17件，我们都遵循这一个采购法的相关的规定，在没有超过这个10万块的这个金额之内来聘请律师。那我也相信这几位律师都是非常具有高度的专业性。当然，就是这两个律师，就是我刚刚所提的啦。因为我目前查到是这两个律师，其实职业都超过十年以上哦，但是非常有经验的。但是这个我比较不懂，像高律师哦，他的专长好像是房地纠纷，就占16.9%。我不知道这个您就是您清不清楚哦，在他的专业领域上面，因为这是查那个。对频率网，频率网，对对对。然后呢，魏律师职业十年，最常处理的是营造工程，21.3%。那这个本席比较质疑的说，是不是？但的他们的专业哦，但是我们是非常的认可。但是适不适合担任党产会的律师？我觉得主委是不是要说明一下？是因为聘任他们，是因为他们的专业，还是因为跟主委您的理念比较相近？这个部分是不是应该要说明一下？因为毕竟不论是花多少钱，其实打的都是国民纳税人的钱啦。那我们认为说，不能说因为打这样子不是花主委的，然后好像把打官司当成吃饭，感觉好像不是很节制的感觉。那这个部分是应该要说明一下呢。我想如果您有仔细看过这个高律师他的资历的话，其实他的资历是相当丰富，主要是他是在原征法律事务所担任合伙律师。这个原征法律事务所打过非常多的这个行政诉讼的案件哦，那么有关相关他们的专业，在我看起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而且高律师的这一个资历也相当的一个丰硕。那么就诉愿跟行政诉讼案件，他不管在公平交易法案件、政府采购法案件，过去的这一个一些人员法规啦，还有一些环保的案件也都有处理到。因为毕竟从频率网里面哦去看他们的专业，看起来房地纠纷跟营造工程是他们最专业的，那占的 percentage 比较大啦哈。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当然他们的专业我们是给予肯定，但是是不是因为毕竟已经三连败啦，那到底是不是用在党产会的委任律师？我觉得这个部分还是主委，当然是我们是相对尊重您的意见哦，但是这个部分其实还是相对值。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我想请问一下，最近大家都在说您是台北市热门的人选，台北市市长的热门人选，甚至这次监委的补提名呢，听说呢名单上也有人推荐雇主委您，那市长或监委会不会下一个又是您的标的呢？会不会是你的目标？会不会是一个突发性的人生目标呢？我没有办法分身吧，我现在就是担任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的主委啊，我还有任期呢。哦，所以基本上就不会半路有任何突发性的规划或绕跑的规划。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其实到最后，其实我还是想要提醒一下主委啦。其实真的就像我们一路这样谈下来，大家都认为主委您在这个党产会的个人色彩其实或许过于重了，那我也希望说不要太过头，不然说真的现在很多人都说转型正义处理到最后有可能会变形正义，那个变形金刚你刚有看过有吧？就说我们希望说，有吗？有，对对对。所以我希望说，主委，你现在，譬如说，大家都说你是党产会的狂人也好，蛮干的，蛮干型，非干
做到最后就不论外面怎么说，你就是要蛮干到底也好。但是我觉得说狂派的变形金刚，其实你要当不是博派的哦，大家都说你现在是狂派的变形金刚，所以我希望说主委，但是您是金牌律师，但是不要去利用这个诉讼的巧门啦，因为我相信我问你，你一定是说依法行事嘛。但是我们认为说不要去用诉讼的巧门，因为到最后如果整个处理不好，转型正义大家都会认为到最后是不公不义啦。而且说真的，到最后其实民众想要看到，就像我一刚开始说的，民众对于不当党产处理是有相对很高的期待。但是我们比较期待想看的是，不是招金的那种讨党产的行动哦，因为这样三连败之后，到底在整个追讨不当党产的过程中跟手段上哦，包括譬如说付党工薪水的这个部分，因为毕竟这个党工是他们还是需要养家活口的嘛，哈，这是基本的。那所以在这个部分愿不愿收敛一点或缓一点，兼顾程序正义一点，但就是说正当的法律程序的原则。其实就像您说的，是行政机关是应该遵守的，但是脱离了这个紧箍咒的束缚，真的，我觉得不要让人家误认，因为您刚刚也说，党产会是一个独立的哦机构，那我觉得说不要到最后，好让人家觉得好像党产会比法院大啦，所以在这里是不是请主委也三思啊，好不好？从权力分立原则，党产会的所有决定都要受到司法的检验。但是我们不希望你变成狂人呢、啊。或者是招金的不当党产的追讨啊，好不好？我忠实的执行，好，谢谢，虚心接受委员的指教，好，谢谢。下一位，我们请赖瑞龙委员执行。好，主席啊，各位员哈，请那个顾务主委哈。顾追长哈，是，追长，追辛苦了哈，辛苦了。哪里？我想先请教一下，因为我从这个之前，其实这个当然条例通过之后啦，其实民众是给很高的一个期待的哈。他就是后来的民调有显示哈，有60%的民众认为这一项立法有助于台湾的一个民主的发展了哈。那大概只有不到差不多1/4认为是没有这个帮助的了哈。那当然，主委那时候从立委的身份直接哈离开立委的职务来担任这个了哈。我想，我是很佩服主委的道德勇气的哈。我觉得这个是立委的相对上面是，因为这个坦白讲，这个职务党产会这个工作是辛苦的了哈。坦白讲是一个苦差事了哈，甚至很多人认为是跳火坑。主委要不要谈一下这样的心情？因为这件事情，既然大家都觉得重要，只要当然就是要有人要做嘛，所以我想说希望我来做，我当然也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吧，对不对，主委？对，我跟赖委员报告就是说，西德也曾经类似成立过这样的一个委员会啊，他一直到应该是到2006年解散的时候，他运作的结果事实上是两边都不满意，两边都不满意。那我想我也是有这个体认啊，我有这个体认，所以像包括刚刚那个行政契约这一个来国民党来找我，那他们副主席有詹副主席哦，有肯定这个他们认为党产规定这个概念，但希望同时能够照顾党工的权益啊等等的，然后让这一个国民党有一点喘息的空间等等的。那我也知道说哈，当时如果行政契约谈成了之后，我相信也会被另外一边的骂得很惨。那所以我想这个都是一些可能在过程当中必要的一个承担、啊、也就是说究竟如何维护一个政党的公平竞争，这个概念是重要的。那透过党产条例的落实，如何最后去落实这个政党公平竞争的环境，这件事情也、就是、所以我想我是很肯定主委这样的一个道德勇气的，至少愿意做这件苦差事了。我们都希望建构未来台湾是一个更健全的一个政党政治的一个竞争环境，同时间也让这些转型正义这件事情可以得到落实。那这个过程中，当然每个人的见解就会有很大的不同，所以它必然是一件苦差事了哈。那我也想要了解的了哈，因为我看国民党内其实也有比较支持改革，也有些是比较好反对改革的这样一个力量，主委有没有感受到？因为现在这个行政契约的这一个谈判的过程当中被揭露，那
我诸位，我请教你啦，詹启贤詹副主席来跟你谈的时候，说他有得到授权嘛，对吧？那当然了，如果没有得到授权，我怎么去跟他谈？对，那后来整件事情没有进行，显然是应该是主席否决了他的，对他回去了，对对对，而且跟赖委员报告这件事情，我的理解没有错，最先被揭露是在联合晚报，对，对不对？那联合晚报的这个讯息从哪里来的？那我觉得，所以你认为其实是内部来，他们高层哦，国民党内的高层来泄露出来的吗？詹副主席为什么在这一个没有得到洪主席的签字，行政契约上面签字之后，他看起来就没有再处理这个有关党产的记者会等等的这个部分，是不是涉及到国民党内部？好、哦，这个我不敢讲说是所谓的哪一派哪一派的问题，但是至少意见分歧斗争。这个我不敢做任何的揣测、嗯、那我当然也很期待詹副主席有一天、哦、能够站出来说明一下他的一个心情，我觉得他的心情会比我的心情更具有转折。好，我问一下那个主委，你跟那个詹副主席见过几次面？为这个事情坦白讲我真的不是记得，大概多少次？相当多次，相当多次嘛，相当多次。所以如果没有得到充分的授权，不可能见那么多次面嘛，对对，因为这个中间，那詹副主席有没有跟你讲这件事情，得到了洪秀柱主席的充分授权？我想一直到他最后没有跟我说他没有办法得到洪主席的签字之前，他都跟我很肯定的说他有得到洪主席的充分授权、啊、所以我也相信。他是得到洪主席的信赖的，那至于最后的状况为什么会转折成这么突然，那么完全没有了，那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是国民党应该要出来好好的说明，或者甚至是洪主席本人要出来好好的说明，为什么说詹副主席说他有得到授权，最后他却不肯在詹副主席跟我们谈定的这个行政契约的这一个内容上面的最后签字，主委或者是党产会有没有感觉到受到欺骗的感觉？我想任何一个行政机关在跟类似这样子的一个比如说当然是一个政党啊，也包括人民在拟定行政契约的过程当中，我们当然都是希望有助于我们所主管条例职权的推动啊，所以最后没有谈成。或者是说谈成但最后对方反悔不肯签字这一件事情，我们只能够说我们莫可奈何，我们没有办法能够再多说什么了、嗯、因为这件事情上面我也看得到主委跟党产这边做了一定程度的善意，希望去解决一些问题啦，希望去做一些解决问题。不过那 我想要再问一下主委啦，你觉得整个从你接任以来，你有没有觉得国民党在这件事情上面解决党产上，他有没有展现出他想要解决党产的这件诚意？我只能够说，我可以接任党这几个月以来，我觉得你的感觉呢？有没有国民党有没有想要解决党产这件事情？高达六成以上的人民是期待国民党也来改革，来做这个党产的一个处理。那你有没有感受到国民党对这件事情上面？你问我现在当下吗？嗯，现在当下你的感受，这几个月来你的感受？我必须坦诚的讲，没有。没有，但在詹副主席跟我谈的过程当中，如果他真的最后是得到洪主席的充分授权，那我肯定詹副主席的用心。所以显然内部其实是有改革跟反改革派之间有不同的路线的一些做法上的差异嘛，哈。好，那再来我想也了解的，那这一段期间国民党有来配合整个党产会的清查的工作吗？我比如说讲一点，对我们来讲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史料就是这个国民党的党史馆、嗯、那大家知道依照档案法的规定呢，党史馆里面的档案不属于 政府档案，就是不是国家档案，那他这个必须要透过政治档案法来处理，但是在这一个早年就是说党国一体的年代，这个党史馆里面的很多的史料其实就是可以充分的去揭露、哦在当年国民党的这一些财产是如何取得的，那这些资料我想看到有您可能看到有一则新闻是说我们有一度想要去党史馆，对、哦、有配合来提供吗？那
他们一开始就说，哎，他们 要花费人力啦，等等，要跟我们收40,000多块的钱啊，等等的。然后在那后来在那一天呢，他们又弄了一个红布条，说要欢迎我们，可是又在外面找了一堆人抗议。我个人会觉得，国民党这些档案其实是不只是要为党产的处理而公开，他应该是为国家所，为整个全民公开的，要好好让历史学者从中里面去揭露出所有过去在党国议题的年代的一些史实到底是什么。我想这个部分我会很衷心的期待国民党将党史馆所有的史料编成目录，然后完整的公开。所以其实国民党这一块的其实配合整个 的部分还是不足的啦。那我刚其实很多人有问到了，其实最近的三个案子的一些看法了。 我想要了解一下，诸位刚刚稍微有提到的，你对几个法官最后做这样的裁定，我刚听到您的一个说明，要不要再更深入的说一下对这几个法官他们最后的这个我想第一个其实讲的三件裁定其实只讲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就是讲说我们原来去冻结这个账户，那这个部分北高行我大概分两块，有一块他是认为不明确，那这个部分我们，所以因为我时间很有限，你可不可以讲一下，因为之前有听过您曾提过了，其实在转型正义这件事情上面，因为我们在看德国的时候其实也提过了，就是说很多的时候他必须要实现正义，其实有时候是比遵守法律更重要，包括有很多学者也提到转型正义必须要一定程度的跳脱现行的法律制度的一些智库了。 我也很注意到这一点，就是当然现在所有人会用最原本那个法律的框架去框住，但我想听听看主委你的想法，在这件事情上你的想法。如果就这个层面讲，正是我一再讲的，我要跟道法院跟法官对话了。对，因为我们这是一个新的条例，那么对于这个条例里面所讲的所谓的实质法治国原则，也就是说在党国一体的年代形式上是合法的，形式上是合法的，但是从实质法治国的原则去检视当时合法的，事实上是不法的。所以这个所谓的当与不当，正是从现在的角度去检验当时所谓的形式主义，用一个实质的法治原则去检视当时所谓的形式的合法性的一个不当，这是转型正义的一个重点。法官我当然非常衷心的期待在法院跟他对话，让他能够理解这个的精神。所以我想主委这个部分不只要跟法官对话，其实也要跟全民做对话啦，因为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在做很多，因为在当时的时候哪一项事情是不合法，每一项绝对都是合法，但现在很多的处理状况下的时候，他某种程度一定要是做适度性的一些挑战，才有办法完成整个正义的一个回复的一个工作。是，对。然后另外最后一个问题啦，我看到很多的一些反改革的力量，其实当然希望党产会是没有作为，没有作为的，甚至希望让你逼退或离开这个职务的。主委你会坚持下去吗？我当然坚持下去。好，我希望主委持续坚持下去，然后把该做的事情做完。我认为这个对台湾的民主化持续的包括转型正义的落实，包括政党政治环境的健全是非常重要的。我希望主委能够坚持下去。我们一方面虚心检讨，一方面我一定会坚持下去。好，谢谢主委，谢谢。好，谢谢。再继续请李金义委员执行。主席，各位先进，麻烦请党产会顾主委。诸位早，辛苦了。李委员，诸位，这是你第一次来立法院备询吗？是。好，有几个问题我跟你沟通一下了。来，我们看第一页。来，第一个部分就是党产会的设立。其实国民党认为说党产会的设立是违宪的，他们甚至有提过释宪的申请。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国民党认为说这个违宪的理由是说，所谓的主管机关应该设在监察院啊，但是那个顾主委我请教，其实宪法90条规定的非常清楚，监察院的职权其实是他的对象是公务机关跟公务人员，对吧？我想监察院从宪政机关的一个设计，他应该是没有办法包括我们现在所被赋予的独立的行政机关的职权，这样。对，而且重点就是国民党根本不是公务机关，也不是公务人员，他是一个人民团体，
所以用监察院来做主管机关，这其实不太合理嘛。哈，来，我们看第二个理由。国民党的第二个理由是说，党产会这会侵害违反政党自治的原则了。哈，那其实我们都知道，在威权时代，党库通国库，哈，那国库通党库，这个财产应该回归人民嘛。我想，主委一定是肯认这样 的原则，才会去接任党产会主委嘛，没有错吧？是是。那其实更重要的就是说，过去如果是小偷，如果是强盗，他还没有付出法律责任之前，他仍然是小偷，仍然是强盗，所以他应该对这个历史的过去、历史的事实负责任嘛，这个很合理嘛，这个也是我们订立党产不当党产处理条例的主要原因吧。是。好，来，那我们看他的第三个理由哈，他的第三个理由说，这个党产会哈无令状搜索会违反正当法律程序，但是我要请教顾主委哈，你是法律的专才哈。其实我们的行政机关有所谓的行政调查，也有可以做行政处分，对不对？跟委员报告，我想我们的党产条例里面从来没有赋予我们有一个所谓没有法院搜索票，其实党产条例根本没有说你们可以搜索，无令状的搜索，对对，没有，从来。但是党产条例赋予你们是行政调查的权利，对，我们的权限，这跟一般的税务机关是一模一样，就是我可以去调查嘛。那调查完以后，我要做什么行政处分，我还是要依照法律的程序来处理，没有错吧？对对对。那我看起来哦，这个这三个理由，所谓国民党提出违宪的三个理由，那我请教一下顾主委哈，国民党这一届四宪案最后是怎么样，怎么处理？大法官会议怎么处理？四宪案是不受理，这个大法官不受理，不受理嘛？那我看来哈，除了不受理，除了联署的人数不足以外哈，他宪法的常识极度的缺乏也是一个原因啦。好，顾主委，我们来看第二个哈，第二个我想跟你探讨的主题哈。现在很多人说国民党的党工的薪水，这个是最重要的问题。我们来看看国民党党工的薪水。来，下一页。那其实我们在不当产党条例第五条、不当党产条例这个相关的规定都有，包括党费、政治现金、竞选经费，这些都是合法财产。如果不是这样，才会推定为不当党产，是吧？对对。好，我们继续往下看。那可是哦，2015年，这是国民党送到内政部的这个经费的收入报告哈。他的政党补助金有2亿多，党费有5000多万，政治现金有9000多万，还有其他的收入602万，他合计是4亿多啊，好，4亿多。那这个还不包括2015年当年的所谓的信托收入，他们信托收入19亿多嘛，对不对？这个信托收入主要就是来自于中投新育台的这个党营事业的收入。所以如果先不算这个，那其实国民党还有这么多钱是合法的，所谓的合法的财产，没有错吧？对，跟委员报告，我们希望的就是说，其他的政党，先用合法的财产去处理。对对，民进党是这样子处理的，那么其他的各个政党，包括亲民党也都这样子的话，那国民党没有什么道理不是这样。其实国内的各个政党都是用合法的财产去处理嘛，只有国民党是用不当的党产去处理嘛。来，我们看下一页。那事实上我去内政部查了这个资料，我去监察院查了这个资料哈。从2006年到2015年，这整个历年来，这个将近10年来，国民党的政治现金的收入超过19亿啊。那以顾主委你的判断，19亿够不够处理他们党工的这个薪水或退休金或资遣费，够不够？我想，就是说他们因为过去的包袱啊太多了，应该是说因为过去哈。先喝开了哈，所以现在就会变成说他的党工人数太多了。这其实我有一份哈，这个是内政部民政司提供给我的了哈。国民党的人事费用其实比整个内政部还多哎，好，比整个内政部还多哎。好，一个党一个人民团体，然后他所有的人事费用比一个部会，而内政部还是天下第一大部。好，来，所以我们要看下面的重点。来，下一页。那事实上我们也知道，国民党其实还有很多的相关基金嘛。包括所谓实践研究文教基金、民生建设基金、中正文教基金，还有最重要的还有所谓妇联听障文教基金、中华民国妇联社社会福利基金，这些加起来总额超过40亿，这些都是由国民党捐助。过去我们了解是这样嘛，对不对？那我的了解是，党产会未来针对这些基金也会举行听证会，是不是这样？我们就是会区分出哪一些是跟很明显的是由跟国民党是有一些关系的，我们会做一个调查听证来，还需要调查，还需要听证，还需要经过行政程序嘛，对不对？对对对，所以会依法来处理嘛。来，我们看下一页。所以其实现在来跳过，好，下一页。其实现在最重要，其实党产会也讲得非常清楚啊，国民党合法的财产里面可以去处理。
那包括永丰余商业银行的，包括台湾银行的九张支票，还有包括张荣邦基金会跟国民党相关的这土地的问题，党产会到目前为止有告诉国民党这件事情，说你们可以来提出申请，国民党申请了没有？我们有跟国民党申请，说国民党就这个必要的，他因为他说他一月底前要之前要那个薪水嘛，那这个部分所以你们有告诉他说这几个项目你可以来提出申请，我们来共同解决问题。跟委员报告一下，就国民党除了两次来申请有关党工的健保费、劳保费跟退休金的提缴这个部分，我们两次都准许之外，都处理了嘛，对不对？其他没有再来做过任何的申请。所以除了这两次以外，国民党没有任何申请嘛，没有错吧？是。那没有任何申请，怎么说这个党产会把所有的党所有的这个经费都冻结了，让他发不空员工的薪水？国民党应该用自己的党费去处理呀、啊，应该用自己的政治现金收入来处理呀、啊，这个才是真正的政党政治的竞争的和这个状态嘛，没有错吧？是，好，是来，顾委，顾主委，我请教你第三个问题，我们看下一页，好，来，再下一页。现在大家争议最大的其实是你们行政法院的判决了，是不是连输三场？其实大家都没有搞清楚这个概念是什么。来，诸位，其实不当党产条例的第四条、第五条都说过了，这个非常清楚。我们这个裁定也是依照这一件事情嘛，好，来，我们下来，还有第九条，好，再来。这三次的裁定其实这个整个时序非常清楚，包括我们十月的张副主席开始跟你们谈行政契约的问题嘛。好，那我现在先请教来下一页。现在最重要北高行的裁定是其实说得很清楚，它的结论只有一句话，就行政诉讼结束前停止执行中投跟新育台转为国有之处分，然后他也同时告诉国民党说，你在行政诉讼结束前不可以透过中投或新育台来处理任何党产，对不对？对，因为他认为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国民党会有脱产之余。对，所以其实我们仔细看他的裁定，其实有非常重要的四个。第一个，他肯认不当党产条例里面其实是落实转型正义的重要的事项，然后他也肯认党产会的职权其实是合法的。第三个更重要的，党产会认定中投跟新育台为国民党不当党产，这个处分是有效的。他现在也认为说国民党有脱产之余，所以决定的就是包括你党产会，包括你国民党，在所有行政诉讼还没走完之前，都是先暂时停止这样的相关的执行，没错吧？对，这个才是北高行真正的裁定嘛。是，那这个算败诉吗？我认为任何停止执行的裁定都是程序性的事项在做决定，那我肯定程序性的事项嘛，这个本来就是行政诉讼我们会经过的历程嘛，是是，那我们肯定就是说他认为我们认定，所以北高行其实认定是这样没有错嘛，哎，认定有不当党产的这个部分，然后双冻结，那暂时在本案诉讼确定以前，在行政诉讼从整个程序走完之前，两方都不要去动，是北高行的重点是在这里。是是是，来，我们再往下看。现在大家谈的是所谓行政契约的部分哦。主委，你要不要跟我解释一下，行政契约跟认罪协商有什么不一样？认罪协商是刑事案件才有吧？认罪协商，我们整个党产条例没有刑事案件的这个侦办的权利。认罪协商其实是刑事案件来才有嘛？那行政契约的概念是在行政诉讼里面，其实如果比如说举例。我如果是逃漏税，我今天被税务机关抓到了，那我可以跟税务机关谈这个到底要补助多少金额嘛？是，但前提是什么？前提就是我认为我真的自己有逃漏税，没有错吧？那概念上就是在刑事上我们称为认罪协商，在行政诉讼上我们认为是行政契约嘛。来，下一页。这个其实规定得很清楚哦，这个党产会、哦、跟这个国民党其实是在十月就开始谈这个行政契约的问题嘛，对不对？对对，透过律师向本会主动提出要求，要来进行行政契约的。透过律师向党产会主动要求谈，那谈完以后说啊，我没有，我刚开始来谈的时候，我说我充分的授权，然后现在又变没有。来，我请教顾律师最后一个问题哈，主席，我口才比较不好，给我30秒就好。好，来下面，其实这个行政契约的规定是依照行政程序法135条跟136条，本来我们要跟人民达成行政处分之前，就可以透过这样的协商的方式，然后如果双方都可以接受这个行政契约的话，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嘛，是不是这样？对，那我们本会坚持立场就是说，中投新一台的股权不管用什么名义都要收归给国有，
那所得捐作公益这一点我们不会反对，这样子。对，所以你们其实你们的认定非常清楚嘛，这个中投新运台这个还是未来要收归国有，但是要如同北高行的裁定，要在行政诉讼结束之前，但是这个行政区域的过程其实是我们在做行政处分之前的必然的行政程序的过程而已嘛，对，没有错吧？人民如果有主动提出来，行政机关没有拒绝的道理啊。好，所以最后哦一句话，来下一页，再下一页。好，其实最后一句话就是过去的威权时代国库通党库，这个我们认为违反实质法治国的精神，然后包括政党或是附属组织，我们必须要把他的党产追回来，然后还财于民，然后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建立民主社会的一个政党公平竞争的环境，这才是党产会设立的目的，也是党产会现在正在做的工作，没有错吧？是是是。那我希望党产会未来针对这样的目标可以继续坚持到底，哦，这个部分非常重要，这个就是我们转型正义的第一步，我们一定要做到这样，才有办法落实台湾的民主政治、政党的公平竞争。谢谢诸位。好，谢谢李，谢谢李伟。现在我们请庄瑞雄委员执行。主席、各位同仁哈，还有各位媒体朋友，我请我们党产会的顾立雄顾主委。朱会长，我也好。啊，恁党产会都要干哪？恁干来主委尔，啊，无去创一个什么副主委，甲你分配一下。我戒掉不到啊。今天啊，我相信本来大家以为啊，中国国民党会大军压境啊，可是看来好像是有一点闹空城计了啊。这个也许看到我们顾主委你领军的军容壮盛啊，所以国民党今天阵容似乎少了一点。可是我在这边先请教主委，就是说你带的这阵吼，安尼才要带你的党产会带哪几人来啊？你今天出来安尼？其实跟委员报告，我们有分成是行政院支援的，我们的主计、人事、政风都是行政院支援。啊，你拢总几个人啊？我拢总专任的委员加我跟专任委员呐，哈，兼任委员不算，还有承办人员加起来应该24个。你这20几个人哦，你要建国民党迄魔亏哦，你是真好打，你知不知？所以最近啊，你看很多媒体就开始在跟你讲说，这顾立雄哦，这到尾啊什么的冲过头哦，啊到尾啊什么的你也去用拔掉哦，甚至有人讲啊你是不是在下台哦，官司连续输啥惊？你看到你有感觉好笑无？我你的个性啦，看到这，你一定会有一些心里头不一样的感触咯。啊，注意，我，因为我吼当律师当了30几年啦，我对在法院中吼，这样子的这种所谓的不算败的败，最后真正最重要是在最后的大胜，这件事情早就深有体悟了。啊，庄委员也是律师出身嘛，也都知道真正的关键都不在现在的这些。当然，但北高行上个礼拜五他说国民党的股权不能动啊，大家都看的是不能够移转为国有了，我看的我这个人可能比较乐观一点，对不对？我看的是另外国民党的股权不能动这一点，是还是给？我相信从北高行的判决的裁定里面，我们其实大家可以肯认到，他似乎在告诉社会大众，中国国民党过去这一些不当的一个党产，他是禁止他处分的，那所以你把他当成这个附属组织，他也是肯认的。但是呢，我很担心的一点就是说，我从媒体上看到啊，国民党他本身的他们有人出来讲说，委任律师打官司，什么一篇诉状5万，出庭一届8万，讲确实所费不知。我看有咩老卵，你知唔知？什么的出庭一届8万，在这边请问主委，到现在中国国民党的诉愿案件几件？我们现在总共加起来的诉讼，照统计是17件。17件。嗯。啊，那17件，您诉讼费用您编偌济？
我今嘛现在十七件，就是说支出出去的律师费大概70几万，17件79，而这个七十几万是要打到底的啦，就是说要一审到底的。我是来替你烦恼，你知不知？每一审级来算的。国家的钱当然要怎么开啦哈，但是你去把它看到说，整个中国国民党他现在采这样的一个送海的一个战术啊，你敢不知道中国国民党？人家现在付我一间律师事务所预付的律师费付了多少钱你知道吗？900万、啊、900万。我做律师也超过20档，你这超过30几档，你敢不听过说预付律师费高百万，有这种东西？我没有经历过。嘿，是吗？所以你会觉得说这个本身啊，中国国民党对外在靠腰说什么他没钱啊，上面的社会大众，最高行政法院那个看的，我觉得我最不满了。你有看到吼？你讲哦，国民党即马无钱啊，大家知啦。国民党即马对外无看，大家知啦。国民党即马甲企业哦啊无借钱啊，大家知啦。所以他认为这个是哦公诸的事实啊，公鸡的唔免举证。那到最后跟你说，恁的部分呢、啊、没有道理，你不觉得这个莫名其妙吗？对这一点的那个所谓难以回复的损害，最高刑用所谓的众所周知无庸举证，这一点我们是感到遗憾。我这边在请教主委，就是说国民党现在东部那个算豪宅嘛，对不对？国民党现在在巴德路的吗？是嘛，他是跟中投还有新光华承租的。是嘛，他的租金多少？他的租金我的理解是今年底到跟明年一月开始好像不太一样，今年的比较少，明年一月以后开始蛮多的。他拿没中投拿多少，你知道吗？五年应该是要他本身应该是2亿6左右，快3亿。中国国民党你看现在对社会大众靠腰，他都没钱了，说你顾立雄多阿爸啦，你给清他的东山啦，结果呢白花花的银子莫去有中投，叫没啥用。他对外在作战呢、啊，嘿嘿，你看呢，他整个带弹，他还是要住豪宅，贵的东伯要写大呀。对他连同地方哈、哦，地方的他总共预付了3亿2给中投。所以说嘛，他太没钱，一钱坐到那山呢。所以主委，我这边建议你啊，你在操这个不义之财，虽然是一种承担。中国国民党千金散尽了，话讲了，党产还是花不完呐，开不了了，这叫做卡杯钱，你知不知道？你要承担，我觉得很好哦，但是不要，你也特别要小心哦，那种反扑啊，那个警政署就帮我派两个，你无啊？你拄啊那样举德国的呀？哎，你到时大家玩，你知不知道？你搞讲嘿，长嘿啊吼，土耳其的警察啦、啊，我、哦、靠呀嘿！嘿，有些连俄罗斯的大使都给牵落，你知不知道？我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你知道吗？吼、哦，阮这个咧朝国民党东山的顾立雄，哎，谢伊啊，真正，这不要开玩笑，这个不理性的人哦很多，尤其是牵扯到钱呐、啊，国民党的倒金，你知不知道？我来请教，党产会到现在啊，已经是你有没有感觉到，已经沦为中国国民党党主席候选人打卡的地方啊？你有感觉，整个党主席候选人有意思要选的去你那打卡，你知道吗？郝龙斌去过了，洪秀柱也去过了，再来一定还有人要选党主席的去你那打卡的啦，这个都符合常理啦、哦、所以呢，我对我们通过这一部条例啊，解决整个政党的一个公平的一个竞争啊，其实是社会其实是国民很高的一个期待啊！这个主意，甲坚持落啊，这真正坚持嘞。这到尾也变民主英雄，不是迄个民主民生迄个民主英雄哦，民主啊，这个是一个民主的现象。包括我战战兢兢，战战兢兢是好代志啊。因为毕竟这个块这块毒瘤把它解决掉，对往后台湾的一个民主的一个发展，这个绝对是健康，绝对是大功一件呐、啊。我这里甲注意甲你。啊，自己的期许啊！但是我发现，身为一个法律人，我突然发现上一个有一些很不符合常理的现象。中投
新育台，很奇怪哦。理论上，你去把它要说它是中国国民党的附属组织，要把它收归为国有。那叫你讲，人家嘛关系人呢，因出来咧拍官司，因的律师会上叫的。你们应该都知道啊，任何一笔的支出都要向你们申请啊。本席所知道的，好像是中国国民党来代付这些诉讼费用。我的理解就是，跟刚刚委员所讲的，就是他们在我们党产成立当下，哦，就是条例通过当下，他们就把这个款项900万就一笔钱汇到了律师事务所。天底下哪有说没有钱去付薪水，还有办法帮别人付律师费？那主委你不觉得很奇怪吗？那卡塔乌西马哉，现在都拢全部拢中国国民党的东山嘛。我知道你也不好意思讲说哦，那全部下令全部拢给没收，因为你也没有这个权限。他事后全部都要受到我们整个司法的一个监督。可是看到这一些啊荒谬的一个现象啊，中国国民党里面很多有识之士他们也觉得好笑。可是为什么这个议题会这样的一个延烧，然后他会如此的一个抗拒？就很简单，政治斗争啊。所以注意处理这吼，真的是节奏了好，心头个了定，这敢那向前行尔啦，一部法律再给你用啊。名气也可用了，所有看看你去，你偶尔也会看到，整个执政团队里面，虽然你是属于一个独立机关，大家对中华民国各个机关里面呢，现在对你们评价算是高啊，是高啊，爱说伊，但是阿妈爱坚定，卡不我行嘞，最后给你回应一下。我真的要，我们是新的条例，新的机关啊，我会如理以赴，我们就。每一步都要走得踏实，也是对的。那我，但是我一定会坚定的，一步一步的，有条不紊的走下去，这样子。加油啦，诸位，我弄个这里谢谢，谢谢庄委员。庄委员，你这搞低无啊呢，庄委员。再来请 ，Kulas， 委员那个咨询。主席，有请党产会顾主委。哎，郭老师委员好。主委你好，辛苦了。我跟你认识没有很久哈，也不敢说很深，但是呢，在我认识你的这段时间哦，我认为你的性格是有一点浪漫，那你还有一点理想性，其实是很多的理想性。那么有一点傻劲儿，有赤子之心，而且你对民主是有你的想法的，你对台湾的发展是有你的理念的，所以您可不可以简短的告诉我们，您认为还党产于民，而且在台湾的我们的政府的制度里面成立一个党产会，对台湾的民主发展到底有什么样的意义？我觉得分两个部分啦，一个是我们是不是能够继续容忍一个政党可以在大家所有其他政党都是使用政治现金、党费、政党补助款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却有其中的一个党在民主的年代仍然可以去使用在党国不分时期所取得的这些财产，继续在跟其他的政党从事政治上、政治场域上面的一个竞逐，这件事情我们要容忍多久？要容忍多久才能够让它结束？这件事情我觉得台湾的人民不能够无感啊，这一件事情。第二个是我们必须要回过头去看看那个党国一体的年代，那个党国一体的年代他们如何去错置了国家的资源，而当他说党就是国，国就是党的情况之下，在从威权转型到民主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回过头去检视一下那个年代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这难道不是我们应该去深刻反省理解，让我们的未来不致重蹈覆辙吗？其实您刚刚说的正是我内心很想回应你的。其实台湾目前正在面对转型正义，
要把不该属于政党的要还给人民，国库通党库的年代其实早就应该结束了。那么，但是我们却发现还有部分的国民党员国库通党库的心态是还没有结束的。那么昨天呢，国民党副主席郝龙斌到党产会前方探视到你的办公室前面抗议的国民党的青年党工，而且还酸你说顾立雄你很可悲，说你一辈子浸淫在法律里面，说你为了政治出卖法治精神，您有什么回应？我的回应就是说我坚持的是价值了，那我看到的是台湾民主的应该未来的一个走向，其他的部分我 不会去计较这个毁誉了。我觉得在他们的口中扭曲了一个跟我们认识的顾立雄委员是非常不一样的顾立雄，又有人一直说你，说你深绿，说没有办法客观中立的处理党产的问题，请问你同意这样子的批评跟说法吗？我是遵循这个党产条例赋予我的职权，那我以一个法律人的性格，那后来从事这个行政主管机关的一个现在这一个主管机关所长的这个职务，那我就是遵循我对于法律的认知，那但是我同时当然也愿意最后接受司法的检验。我个人认为像这些反动反改革反民主的声音是非常可怕的，国民党曾经在国土通这个党库的年代把这个人民的财产拿到自己的口袋里面，把国家人民的占为私有的这些财产，请问我再请您说一次，这些财产是不是不义之财？我们党产条例的精神就是在认为说，如果政党取得财产是违反了，从现在来检视就是违反了实质法治国原则，所以即使在当年党国部分的年代是形式上看起来合法，可是他因为就是唯一的统治的一个阶级，所以他要定什么样形式合法的法律，比如说转账拨用啊等等的，这个都是他可以去做主的，但是要接受现在民主时代的实质法治国的检验来认定是不是不当取得的。好，那我们就来谈最近呢，或这几天很热门的话题，对于中投跟新育台的官司，您认为您输了吗？我只能够说，法院的见解似乎是采取了互相都不能够去动他的这样的一个立场，也就是说，他肯认了国民党不可以再从这个股权获得任何的益处。要知道，国民党从过去的十年来看，他光从这样中投新育台所得到的这样股利的收入超过135亿以上，好，那至少这个部分停住了。那么命移转的这个部分，法院的看法是认为，那你我们来打本案吧，我们来打本案嘛，我们就让本案的诉讼来决定最后应该怎么处置吧，这样子。所以您觉得输了吗？我也一再的表达，我对于没有办法能够直接命移转，我是遗憾。但是对于能够冻结住国民党不能再从股权中获得益处，我予以肯定。这样。好，那顾主委，因为很多人都会，尤其是一般的民众，很容易被这个喜欢拼贴片段资讯的媒体误导，所以您这能不能再浅白的告诉我们的观众，那么？这个行政法院判党产会这个败诉，说要冻结中投新育台的资产，要求党产会不得执行行政处分。您能不能浅白的再告诉我们的民众，这代表什么意思？而党产会接下来的做法会是什么？北高行的这个决定的意思就是说，关于我们认定中投新育台国民党的股权是不当取得的财产这个部分的处分，要继续执行。也就是说，国民党不可以去行使那个股权相关的权益，也不可以去处分那个股权。我想这是北高行的一个裁定的一个重点。另外一个部分，北高行就是认为说，那移转的这个部分啊，那么如果说这个政府，因为接下来政府会接管之后有没有可能会进行标售等等的，没有办法做100%的确定。那他认为这个部分呢？要进一步去落实转型正义的话，那就是等待这一个本案的诉讼做最后的一个判决。那我想最后当然法院的这个本案的这个诉讼是我们要努力去说服法院能够接受。那至少这个裁定他肯认的这个条例的合法性正当性，认为说可以先认定他为不当取得的财产，那移转的部分就等待本案判决最后的结果。这样
好，那非常感谢您的说明，我相信很多民众应该都可以大致的了解。而针对国民党主动的邀请党产会针对中投跟新育台的官司进行协商，请问最近的一次见面当天你们谈了多久，双方分别有哪些人在场呢？我们大致上谈的过程，大致上就是说是由詹副主席协同他的律师，然后由我这边来，或者我协同我们的会的同仁，然后来进行这样的协商。那因为协商的过程涉及到行政程序法的部分啊，我除了因为最后要经过院里面的认可，那所以我们也有请法务部法规会，或者还有这个财政部，因为以后会涉及到接管的话是财政部，三个部会来提供一些适法性跟妥适性的一些意见。那但是他们并没有跟着我一起进去跟詹副主席还有他的律师进行协商。那我们协商的时候，大致上就是由詹副主席跟他的律师在那个詹副主席的律师的事务所里面进行协商，大概是这样。好的，那针对党产要如何以捐赠的方式将中投跟新育台的资产收归国有，那听起来其实在国民党内部也是有心面对这个议题的，例如已经谈到55%收归国有，45%捐赠做公益等等。捐赠也是国有，捐赠也是国有。捐赠为国有。好，那结果来跟你谈的国民党副主席詹启贤跟你谈相关的行政契约，但谈回去之后又不知被哪一位党高层否决，那针对这个过程你有什么样的想法？我基本上还是一再的强调，我是肯定詹副主席站在这个所谓他强调的这个所谓的浴火重生或者党产归零的这个概念啊。那我也是相信他有获得洪主席的授权，所以我们才会跟他进行行政契约的一个协商嘛。那最后非常遗憾的是，最后詹副主席已经同意了这个您讲的这个行政契约的内容了，但最后却没有得到这个主席，就他们的主席的一个签字的认可。那这个原因是如何？我觉得詹副主席应该是最有这一个立场出来讲话。那詹副主席现在看起来似乎我只是从媒体上面看得出来，好像他逐渐也淡出了这一个关于党产处理的一个核心嘛，哈。好像他就不太管这件事情了。那我现在也没有办法跟他有一个就是说就这个行政契约，就他就等于是告诉我说那就没有办法了，那我就做我该做的事情，那他的回复最后就是这样子。好，非常谢谢顾主委其实我们有非常多的人支持你，认为党产会好在也索性有你。那么接任党产会的主委到现在几个月来，最后一个问题，您觉得您会不会累？我不能够说没有压力了，我不能够说没有压力，这说没有压力是骗人的。但是我每天就是在思考着，就是说如何来一步一步的坚定的落实党产条例的给我的职权，落实党产条例的一个精神，然后落实转型正义有关党产部分的这一块，那有关政党的公平竞争如何在台湾的社会被落实，这样子。好的，感谢顾主委，我们支持你，我们也一起为台湾的民主化而努力。谢谢，谢谢委员。好，我们现在请王玉明委员质询。王委员质询完毕，休息十分钟。好，那洪忠义委员质询完毕，休息十分钟。好，谢谢主席。主席，我们是不是有请顾主委？有请顾副主委。是王委员好。顾主委，我想刚刚你最后回答这个上一位委员的时候，你说你会依照不当党产条例来执行这个有关于不当党产的这样的一个处理的工作。那首先本席就要请教你，你到底有没有依法来行政？劳动基准法第22条其实非常清楚的规定，就是工资应该要全额直接给付给劳工，
而在你的整个政党的条政党及附随组织不当取得财产条例当中，第九条第一项推定为不当取得之财产，未履行法定义务或其他正当理由不受禁止处分规范。顾主委，你知道给付给劳工薪资，这是不是属于法定义务？属于契约义务。只是契约义务，是不是法定义务？因为你一定要跟劳工有一个聘雇契约，才有产生这样的义务。你对这个劳基法到底理不理解？当你九月五号第一次不当党产委员会，你们在开会议的时候，你们其实已经进行决定了，不当党产不得支付党工的薪资。事实上，你们这一项做法已经是违反了劳基法。接下来，我们看你是怎样先射箭再画靶。因为你前面的这个会议主观的去认定说不得去支付党工薪资，所以接下来你定的施行细则，在十月二十五号的时候，你就完全把党工的薪资排除在外。让本席更讶异的是，你竟然把法定义务扭曲成许可事项。今天国民党要去支付给党工的这些薪资跟退休金，竟然要得到你们的许可。本席告诉你，这跟劳基法的精神是彻彻底底的违反。而这几天我们看到国民党有年轻的党工就在不当党产委员会的前面埋锅造饭、餐风露宿，为的是什么？要争取他们个人应该有的薪资。因为他们都理解到一点，他们今天的薪资退休金发放有困难，完全都是不当党产委员会冻结住这一笔原本要给付给他们的钱。你于心何忍？我们都看到你今天的预算书上面多数都在给付不当党产委员会的人事费，不当党产委员会的员工竟然薪资可以高达七万块，可以这样每个月按时的领得很开心。但是当你们在执行面对国民党这一些党工的时候，他们是劳工啊，为什么这么的冷血？政治的手段不需要这么的冷血，连这一些党工都要无辜的被追杀，他们是最无辜的一群啊。我不晓得在这件事情上，主委，你真的觉得你这样的执行是很适当的吗？跟委员报告，施行细则的部分是由行政院颁布的。那么根据行政院颁布之下，我们相关的另外两个一个执法就是正当理由及许可的办法里面。那许可的部分，本席要告诉你的就是，事实上你很知道，当时在定这个法，你是主导者，每一条法你都非常的清楚。当时我觉得在定这个法，至少在第九条第一项还有人性的地方，就是这一些法定的义务，大家心里应该都有底，知道就是这些党工的薪资，我们不应该做这样子的一个处理。但是到你们手上之后都变掉了。连这样子也要冻结，结果你们这样的一个冻结，我们看下一页，法院有认可吗？台北市劳工局也非常清楚要求国民党，他说这个应该要依法办理，所以当然就是法定义务。而这个源头去冻结的正是你不当党产委员会。11月4号，这是高等行政法院他认为的，你这样子进行去冻结账户这样的一个行为，其实你在11月4号、12月15号，你在合法性跟适法性上面，等于是法院把你驳回。北高刑从来是不对的，北高刑从来没有认定薪资的给付是属于法定义务。这个当然是另外一环，但是你那个整个的程序，你的程序，我前面是在告诉你劳基法这样的规定，台北市劳动局他也认为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一般的常识。这应该就是法定义务啊！但我们定劳基法做什么呢？这是对员工最重要的一个保障嘛。跟委员报告，劳动局，如果你想要在这边做言辞的狡辩，我真的觉得您这样是太冷血了。这一些党工们就在你不当党产委员会前面，前几天那么的寒冷，他们在晚间十几度的时候睡在那里，这几天白天天气这么热，他们还在那里，难道你无动于衷吗？跟委员报告，你没有想要帮他解决他们的问题吗？我已经公开的讲了，只要国民党来申请，我们都会准许就我们。你怎么会把一个法定义务的事项变成是扭曲，变成是一个申请许可事项呢？这就是你荒谬的地方，你还不觉得吗？给付薪资给员工，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为什么还要跟你申请？
难不成不当当产委员会真的是太上皇机关？ 我觉得这个部分呢，我们依法论法，国民党有不当的党产，我们绝对，我们国民党立院党团已经说了，党产归零。在今年三月，你还没有成立你们这一个整个委员会法还没通过的时候，我们已经召开记者会，我们赞成国民党所有的党产归零。就像你刚刚在回答其他委员，这跟你们的立场其实没有二致。但是今天社会对你最质疑的地方是，你在执行的过程当中，你是最了解这部法律的人，但是你没有依法行政。这个也是目前法院的判决为什么你会败诉连三败的地方。法院的判决他讲出来的都是事法性有疑虑，合法性有疑义。我想你是法律人，不应该不会了解法院到底是什么样的意思。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外界都说你已经是连三败，连三败是有理由的，不是没有理由的，就是因为你操之过急，你不想按照原来的程序来进行，因为你有对外去宣示了你的一个期程。你在2016年8月11号，你就对外界讲，你说年底就要让国民党的党产归零，目标实现，不然你是有愧职守的。你其实对外很快的讲出了很豪气干云的宣示，说在你手上你可以年底。今天已经是12月中旬了，我不晓得您这样子的一个豪气干云对外的这样的一个宣示代表何种意义。我觉得整个社会大家对于国民党的党产如果有不当的地方，不当党产委员会，你依法行政，你走合法的程序来处理，我想大家都没有意见。现在社会为什么整个舆论反而是反扑过来，是对你个人的一些指责，是因为你在执行过程你的扩权，然后你知法玩法的这一些事项让大家看不下去。到目前为止连三败，外界也在预期你还会不会继续败下去。这可能对你过去从事这个整个律师的职涯来讲也很罕见的情况，在短短的时间。我不晓得这段时间你自己有没有针对这样的情况自己去看到，去回溯从你成立你担任这个职务到现在，你整个的执行到底出了什么问题，甚至让行政院还传出来有人质疑你太冲了，就是太冲的过程反而导致外界的一些的反感，这是在你原来的预料之中吗？而且本席还听说，原来民进党要找的这个不当党产委员会的主委，你不是首选，你是第二轮被征选的，是不是？你是很冲突的情况被找的，所以才勉强答应，连你老婆你都没有办法好好去讨论，你就当上这个职务了，是这样吗？跟委员报告，我没有听到过行政院有跟我有任何的来电，或只是说我太冲啊这些事情。都媒体都报道出来了啦。这个报道至少就我现在来看是不是事实、啊、不是事实、嗯。就是行政院任何高层都没有人跟你讲过这样子的话。没有，绝对没有。那媒体是空穴来风吗？我不清楚媒体的新闻哪里来的。那但是至少因为讲的蛮具体的，就是说知情人士，就好像对你还有多所抱怨这样子。那本席刚刚问说，原来是不是这不是原来你生涯考虑，你要来担任这样的一个不当党产委员会的主委？因为我有听说，我昨天才听说，就原来去征询的是另外一位，你是第二轮，是这样吗？我想我是被第几轮征询的，这个要去问那个征询 的人啊。那但是你是不是在很冲突的情况底下被询问的？因为你好像连你太太都不知情，你就马上答应，然后马上就接受了。而且媒体有问你说，下一次你会不会后悔来担任这样的角色？你说你要先报告你太太，再做决定，是这样吗？所以你现在是有一点点后悔，有吗？没有啊，我没有后悔。你讲的大概是我昨天上那个是啊，那个，因为我讲过了，我只是说程序上我应该要先跟我老婆商量一下，但是我重来一次，我是没有后悔的，没有后悔、嗯。那你未来要不要依法行政？你现在毕竟是行政院下辖的机关。法院现在都告诉你合法性有疑义，事法性有疑虑，你要不要修正？要不要调整？报告委员，我想所有北高行的这个裁定，我们都会细读它的裁定的内容，然后呢，来检视我们这个行政处分的一个作为。
那我们也，但是就我们不能够接受的地方，我们也都会在法院据理力争这样子。好，我希望啊，今天大家看到不当党产委员会所编出来的预算高达5500万，人民的纳税钱其实是希望我们的行政机关设立的行政机关所有的公务人员要依法行政，所以如果有这一种扩权不依法行政的现象，应该都要纠正了。我们希望台湾的社会，我再次强调，中国国民党的党产，我们已经早就宣告应该要党产归零。如果这当中有不当的党产，当然要依法就是缴回。但是如果这个过程程序不正义的话，读书国理论告诉我们，你最后得到的结果就不是真正的正义。我希望主委你一直标榜人权，标榜正义，这一点希望你谨记在心。谢谢。好，谢谢。好，谢谢王委员质询。现在请洪忠义委员质询。洪委员质询完毕，休息十分钟哦。哎，主席，各位委员哈。请我们顾主委，请顾主委，谢谢。哎，洪委员好。哎，主委好，主委，我想哈，今天针对这个议题哈，应该很多的问题都是会重复的啦。但是哈，也希望说你要一再一再的解释哈，让所有的那个提问者哈都可以清楚的了解哈。那个，哎，主委。我想哦，关于国民党的问题，你知道国民党党主席是什么时候要选吗？我没有充分掌握这个讯息。嘿，那我想哦，媒体应该有报道了，大概是在明年的5月20号嘛。哦，那我想哦，在明年的520之前，你是不是有了解一下国民党这一些党主席的候选人，他们对于党产的态度，你曾经去了解过吗？那媒体有报道，我想大概目前谈到的有三个人选啦。第一个就是包括说这个现任的洪秀柱主席嘛。洪秀柱主席也曾经讲过了，他说这个没收合法政党的这个党产必须经过司法程序，而不是一个黑机关就可以为所欲为。我觉得他非常的坚持，我们这个党产委员会是黑机关啊，但是我们是依法设立的嘛，对不对？是。那另外哈，再来就是第二个人选，就是包括郝龙斌哈。郝龙斌他有说过哈，他在12月1号他也说了，他支持不当党产归零哈，但是反对哈我们执政党没有透过司法程序来处理这一些事物了，哦，这是第二个人选哈。那第三个人选吴敦义哈。吴敦义他对你个人就有批评的啦，他说你作风强悍了哈啊，那个用这种方式哈来处理国民党的党产哦，是逾越法律哈，然后他也认为说这个3连败哈是必然的哈，但是我认为他们三位哈对于国民党党产归零都是玩假的啦，是不是这样子？对对，我也禁不住有这样的感触啦。因为到现在为止一直喊党产归零，但是党产要如何归零，这个曲径要如何走啊，我看不到除了詹副主席来跟我很诚挚的希望说中投新一代的股权他们可以捐赠为国有然后做所得作为公益之外，没有，然后希望我能够保障党工的权益之外，没有一个主席的发言，或者一个要有意参选主席的人的发言，让我能够认真清楚的看到，他们如果要当上党主席，或者现在担任党主席，或者甚至之前担任党主席的，他到底要如何把党产归零？那么“党产归零”这四个字变成一个空洞的口号，空洞的口号嘛？所以我刚刚提到说，在明年520，国民党想要选党主席的人，他们的态度竟然还是这样子。那个朱伟，其实我觉得你在那个上任之后你真的非常辛苦，本人感觉你好像有瘦一点点，是不是压力的关系？谢谢，谢谢委员关心，谢谢委员关心。没有，你是彰化女婿嘛，所以我要对你关心一下。那个朱伟 也太忙了。我想那个国民党提出的这个口号嘛，因为他们在于这个他们在今年的9月4号全代会
第十九权的第四次会议，他们的政策纲领就是说要党产归零了，但是我认为玩假的啦。那本人认为说你可能心里也是默认，但是你不用讲没关系啦，到时候又怪你啦。哦，你不用讲，那是我讲的。那另外哈，我想哦，那个主委，我觉得你很有诚意哈，但是我觉得你有一点越俎代庖了。你在这个十九号的时候嘛，你有跟国民党的这些所谓的抗议的党工去座谈嘛？那你知道这些党工是哪一些党工吗？他们是中央党部的党工，还是地方党部的党工，还是青年党部的党工，还是青年军，还是支持者？你知不知道他们的背景？我不是很清楚，甚至他们可不可能是基金会，聘请的，这个都还有待查证。有待查证嘛？所以他们在那边讲的义正言辞了。当然，本人认为你是真的非常有诚意的去跟他们做协调嘛，哈。那我想哈，其实他们应该找的单位哈，并不是他们要抗议，并不是找我们党产委员会了，他们应该是去找劳动部出来跟找国民党协调，这样才对嘛，是不是这样子？对对。依照这个劳资纠纷，他们是要去找劳动部抗议啊，怎么找到不当党产委员会呢？这个有一点奇怪啊。因为薪水不是我在发的。对，薪水不是你发嘛，所以那个我想刚刚也有委员质询嘛，说这个党工的这个薪资是法定义务哦，本席认为你解释的不够清楚啊。如果是照这样子解释，国民党的党工每一个都是年薪百万千万，你们有没有办法去规范呢？现在的这些党产就被他们掏空了。对，正是。你可以说明一下吗？对，正是，就是说洪委员，就是说我们的立场就是认为说，如果你把它界定是一个当然的法定义务的话，那任何一个政党在这个在条例之下，它就会变成说我聘请一千个、两千个，对不对？你是不是也都要付嘛？对不对？那这是我的法定义务啊，那我的薪水一个月十万、二十万、三十万，你也都一定要付啊，是不是？是啊。所以我想我们的精神，条例的精神就是说，在合法取得的党产之下，在你合法取得党产，你要怎么付，那是你家的事嘛，对不对？比如说你有党费，你有政治现金，你有政党补助款，你这个金额之下，你要怎么去付你员工的钱，你们契约约定啊，对不对？契约自由啊，你要约定多少薪水都可以。这是雇主跟员工之间的劳动契约。对，那你在合法的取得党产之下，你要付多少？那是你跟员工之间的约定。但超过这个以外，这个条例是原则上是禁止处分的，对不对？禁止处分之下，那你说左手规定禁止处分，右手说这是法定义务，我爱付多少钱我就付多少钱，我要聘请多少人就多少人，这样的讲法说得通吗？说不通嘛。没有，我想刚刚他在质询都没有让你回答了，本席是借机让你做一下答复哈。那另外哈，那个主委，其实哈，我想刚刚也有很多委员有问过了哈，因为哈这个八点协议嘛哈，包括说界定范围、股权处理、放弃权利、设定专户、租约延续、撤回告诉、强制执行、合法党产，这八点哈。是你跟国民党的副主席，我们的这个詹启贤副主席哈，在协调的一个内容嘛。那我想哈，你可不可以说明一下，我们党产委员会是站在被动的立场，还是站在主动的立场？绝对是站在被动的立场，他主动来要求做这样子的一个进行行政契约的协商。那我们也充分的告知，我们现在协商的标的范围只处理中投新一台的股权，还有现在在永丰银的账户。还有九张的支票，当时哦还不见得有发生张荣花基金会那一亿元的部分哦，然后呢，他们同意，这个就是账户主席讲，你说要党产归零嘛，那你要怎么归零？那他就同意说，那反正我全部变为国有，只是说我希望有一部分用捐赠的名义，对不对？然后呢，这个所得做公益。那另外呢，他们当然是希望就是说，就这一个国民党现在日后。就是说条例嘛，哈，条例通过之后，他们取得的党费的政治现金、政党补助款等等啊，他们可以去合法的应用。那这一点，我想我们委员会也有做过讨论，是可以接受类似这样的条件，这样子。所以那个主委，我现在要厘清啊，我想国民党是依据党产委员会，包括说他这个许可办法，他们主动提出申请，你们就是必须去。跟他们做协调嘛，是这个样子嘛，所以我们党产委员会是站在被动的立场啊。对对对，跟委员报告，这是根据行政程序法，行政程序法有一个行政契约章，那行政机关只要人民有提出来说
他在我们行政机关维护我们的立场的这个情况下，他愿意跟我们就行政契约的这个内容做一个协商，那我站在一个行政机关立场，我当然应该接受，那我也就根据这个我也去报告行政院，然后我们也知会相关的法务部跟法规会财政部来进行所谓一个司法性跟妥适性的商量，这样子。那个主委，我想哦，有媒体哈、哦，他这样子写了，他写说是密商啊，那你可以讲一下，当初你们在整个协商的过程，你们是有很多的单位共同参与吗？有哪一些单位有参与？就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哈，我因为法务部是代表一个国家法律解释的机关嘛，对不对？那行政院法规，我们会最后要报到行政院做认可嘛，哈，所以他们两个有参与。那另外一个以后如果要接管中投新育台的话，可能涉及到财政部的国有财产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找这几个单位，然后来开会来协商，那告知这个陆续进行协商的一些事项。那当然具体的协商的内容是由我跟詹副主席以及詹副主席的委聘的那个律师来进行这一个协商。那过程当中有任何一个具体的一个结论哈、哦、那我就依照我们的委员会来报告啊、哦、来报告。那因为没有正式成案，所以没有列入正式的报告。然后我们也会让这个院长能够知悉相关的一些大体的一个进度。好、哦。好让这一个各个单位也都能够接受这样的一个行政契约的内容。那我想行政契约照如果最后谈成了，是要送到正式委员会决议之后，送到行政院认可之后就会公布的，就会公布的。那个主委，其实哈、啊、本席有一点遗憾呐、啊。所谓的遗憾就是哈、啊，我想刚刚你也有说明了啊，其实我很多委员也有提到哈、啊，我想那个詹副主席哈、啊，在跟你协商之前哈、啊。他应该是没有得到充分的授权啊，所以才会导致说他协商完之后，他回到国民党内，国民党的高层并不认同嘛，这是第一个嘛。第二个就是说，我想詹副主席他，我觉得他是非常有诚意，也希望可以解决问题，但是因为这样的破局哈，他已经有发言了，他说哈，他就不要再碰党产的事了，这个是本席觉得非常遗憾。那你的看法呢？我真的也感觉到，就是说了哈。詹副主席在最后没有跟我签成的这个情况下，我只能够感叹，我只能够感叹说，国民党这个内部哈，这杂音这么多的情况之下，那么我如果回过头来，我们再看詹副主席是不是应该要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要能够得到这一个所谓不同声音的一个共同的支持。那现在事后看起来，好像变成他现在会变成。感叹啊，就是他变成感叹，那就是说，哎，好像，对啊，就我觉得他的心酸哦，应该要问他本人。我觉得他应该的心酸要比我还要高的很多，所以我认为我不宜代他发言。可是我真的感叹国民党哦，算是怎么样，家大业大。所以那个诸位，我想哦，你也认为说我们詹副主席是一个。有诚意，而且也愿意解决问题的这个代表人嘛，是不是这样子？是是。只是说他没有得到授权，然后他现在又发言说他不再碰这个区块了，真的是让人家非常的遗憾哈。好，诸位，谢谢。好，谢谢。好，我们现在休息十分钟。
现在我们继续开会，我们请孔文琪委员答咨询。主席，可不可以请顾立雄主委？孔委员好。顾主委你好。这个党产会哈，这个在我个人来讲啊，它是一个经过不当党产处理条例通过的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成立了党产会。但是党产会自从你上任主委以来啊，我觉得你的这个行事作风啊，各方面好像是一直想力求表现。对于国民党的党产，你刚才讲说是家大业大，所以你是不是是不是这个你最近的这样的一个做法啊，这个这么样的这么有效力啊，这样的一个做法，你是不是你最主要的动机是什么？对，鲍委员，我想我是一步一步一件一件处理啊，因为也牵涉到历史也蛮久远的，所以我是一件一件处理。因为不当党产处理条例是由民进党在立法院呐、啊、以多数暴力来决定的，当时我们国民党团有提了很多案。所以党产会这个机关呢、我是认为是假借转型正义之名啊，行清算斗争之实。那我想这个问一下主委哈，最近行政院长叫你不要太冲啊，那你最近我没有报告人，我没有接过任何院长对我任何这样有过这样的指示，也行政院没有任何人有过跟我这样子的一个联系。有过这样的指示，这样，没有这样的指示，没有，我从来没有接过这样的讯息，你没接过这样的讯息，是，我想先从你这个哈，你的这个党产会的委员，我想请教一下诸位，你们的委员有几位？我人员吗？对，委员，兼任委员，含兼任委员，现在总共专任兼任12位，12位委员，是，那其他的什么工作人员呢？其他的工作人员如果不计入我跟其他的三任专任委员的话，专任的全职的工作人员是20位。这20位里面是不是有你的助理啊？你的助理有4位是不是在里面？原来我在立法院的助理应该有几位？1位、2位。那个我想请教你哈。过去在你顾立雄立委办公室的有4位哈，一位叫唐逸云，另外一位叫朱婉玲，黄逸芬，还有李维军，这4个是不是现在在党产会？是。那这4位是不是都是你以前的助理？在立法委员的期间是我的助理，对。那我想，对，党产会是一个政府机关呢，任何人的公务人员的任用、选用的程序。都应该依据公务人员的任用法。那我想请教你，你是凭什么来任用你这4个助理当你的党产会的一个职员按照行政院颁布的组织规程，那有15位的这个聘用人员，应该15位吧，我就记得是有15位吗？15位的聘用人员。对，但是你聘用的话怎么会聘用到我自己的助理呢？4位助理全部都你这个党产会就 好像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民进党的党工啊，加上你助理团队这样的一个混合体。报告委员，我们15位的聘用人员的来源都多元，不是只有这样子而已。你有没有有党产会的职员有没有经过一个招募的程序？有没有？有一个公开甄选的一个程序，上网公告。所以我想哈，你这个都是过去哈，你这个主委办公室的助理，然后现在是领党产会薪水的正式的职员。好比说你那个唐逸云是党调查一组啊，朱婉玲是调查一组，黄逸芬是调查2组，李维军是行政组，全部都是正式的职员嘛，对不对？就是依照聘用人员条例聘用的人，没有错，他们不需要有公务员资格。那唐玉云的话本身还有律师的资格，但是你这样任用人的程序，这个就是让大家很不服。你党产会是一个要公立行政中立的一个机关你突然你当主委，我用4个助理，然后到党产会里面来这个领薪水当正式的职员，
这个再怎么样讲哈，这个都是让人家观瞻非常不好，你知道吗？跟委员报告哈，像这个研究员的薪水哈，现在大概就是正式的研究员的薪水是57159。如果按照我们唐玉云哈，他有律师资格的话哈，他如果到别的在事务所做的话，他的薪水绝对要高过这个主委。你不要移开话题了，我是说哈，你当一个主委办公室的主委。然后我当了党产会，是一个我们立法院啊依据不当党产处理条例成立的一个政府机关。然后这里面才几位职员，那我其中就用了四位当我正式的职员，而且是有领薪水的。所以主委，你觉得你作为主委，你觉得这样妥当吗？我们确实是经过一个公开上网甄选的程序来进行。那么我想这样的程序都可以经得起检验啊。你可以经得起检验。如果我是你的话哈，啊，我们主委的话呢，我一个助理我都不会带到党产会，啊，都不会带到党产会。所以这个就是让人家觉得哈，这个党产会的任用这个人员呐，啊，这个包括你这个做的一些行政处分，啊，让人家觉得你是违法滥权呐，啊，而且是独断二把的一个机关呐，啊。我再请教一下主委哈，我们决议是经过委员会决议，不是承办人员的。你的委员会有很多委员哈，都是经过什么挪用公款的啊，还有国民党开除的，很多委员都是这样啊。所以这主委，你认为这次这个高等行政法院判决你败诉哈，连续三次败诉，主要的理由是什么？就前面的两件大家提到的北高行最高行的那个部分的话。大致上就是就那一个账户里面的钱嘛，那个账户里面的钱，北高行的认为我们不明确，所以我们后来有一个做了一个正式处分，认为要让它明确，所以呢我们就正式做了一个正式处分。那就这一个部分，我想停止执行的裁定的一个审理还在这个北高行另外在进行当中。那当然我们比较遗憾的是他对于那个难以回复的损害是比较宽松，这个跟委员报告一下。那另外一个就是委员提到的第三个，应该是指那个命移转的那个裁定嘛齁。那命移转的那个裁定大概他的裁定的意旨大概就是分两部分，有一部分就是确认中投新一台国民党所拥有的股权是不当取得的财产，这一部分呢继续执行。那另外呢，要马上命移转的部分呢，他认为等到本案确定之后再执行，这是他的北高行就第三个部分。但是现在高等行政法院是判决你们哈，你们三次连败诉了，那你这个是要怎么样让大家能够服说你们党产会的一些行政处分呢？报告委员，我想最后所谓如果您真的要谈胜败的话，我不会把这个裁定当作胜败。我会认为说，真正的胜败是等到以后本案的诉讼，比如说，如果真的要谈胜败，比如说命移转，后面还会有一个本案的诉讼，国民党、中投新一台都有提出来，那个本案诉讼最后才会明确的判断要不要命移转为国有。如果要谈胜败，那个可能才是真正的胜败，那个也当然会比较深刻的影响台湾这一个在转型正义的落实嘛。所以我希望主委啊，你当党产会的主委，真的。这个用人呐，啊，处事哈，各方面你都应该要公正，要客观，这样的话让人家才能够服得了你们党产会的一个判决啊。像这一次你说啊，我们国民党是家大业大啊，所以你是不是一定要杀得我们这个国民党都片甲不留？我想请问主委，你现在是不是还是民进党员的身份？我现在还是民进党员，是。现在党产会有没有规定，主委的话应该要超脱党派啊，必须要离开党职？对，但是他没有禁止拥有党籍，那因为我本来就拥有党籍嘛，我本来在担任不分区立委就拥有党籍啊，所以我想没有说要放弃党籍的这一个必要，因为按照条例的规定，就是委员不三分之一哦，不超过三分之一的同一党籍，那我们现在并没有违反这个相关的规定。主委，你是不是可以现在担任你主委的时候，你是不是可以先脱离党籍？我会遵循党条例的要求，是不参加任何政党的活动。党条例、公平交易委员会的条例，同一党籍者啊，同一政党不得超过三分之一，这个都有明文规定。但是公平交易委员会呢，过去啊，包括那个主委啊、吴主委啊，也都是无党籍的。你不能说我当了党产会的主委，我还是保留党籍，会让人家觉得说你这个就是不中立嘛，
啊，这个让人家会觉得你是民进党籍的，所以你一定要把这个国民党呢弄得片甲不留这样，啊，这个党产。我不会参与任何的政党政党的活动，不得参与政党活动，这是最基本的要求，甚至应该超越党派。那你所做的行政处分啊，大家才会服啊。那你该跟我讲说，你现在还是党籍，所以难怪人家这么多人会不服。那因为我们的行政处分还是要到法院去接受检验啊。所以诸位到现在为止哈，你是不是觉得你做这个职务很有成就感？那没有，我觉得我战战兢兢的，就一步一步。对啊，我希望你对国民党的党产啊，不要因为他不是民进党，是国民党的党产啊，这个希望你真的要战战兢兢。我只是想落实要超越党派。对的，我只是想落实政党的公平竞争啊。对啊，但是你是民进党的当主委哈，这个让人家觉得报告委员。事实上，如果你能够理解国民党的政治现金专户，我们也没有动它；动国民党的党会的那个账户，我们也没有去动它。好，主委，那个是不是你这样力求表现哈？这个会不会是因为你是想跟上面争取啊？你要参选下一次台北市市长的候选人？没有这样的事，你没这个意思。没有这意思啊。好，谢谢。下一位，我们请陈其迈委员咨询。爱招待。主席，各位同仁，请教一下顾主委。好，陈委员好。这个主委辛苦了哈，这个还是要先跟你加油打气哈。这个跳火坑的工作哈，但是在为台湾的民主转型啊尽心尽力，所以还是要先对你表示敬意跟。表示加油的意思了哈，谢谢委员。但是在这个不当党产的处理的过程里头哈，那当然在12月20号的这个联合报提到啊，国民党跟党产会谈了2个月，那出面的当然是詹启贤副主席啊。那我想请教第一个问题是说，那詹启贤是不是有得到授权？就你作为法律人的认知。什么叫授权？报告委员，詹副主席很坚定的告诉我，他有得到授权。但是我总不能跟他要一个什么委任书吧？是不是？所以他是没有委任书。不是。我想，我们行政契约讨论的过程当中，基于他是副主席的身份，他是有得到主席的授权。我想，我们基于这个善意信赖的原则，我应该要相信他了。那假如蔡正元也自称他得到这个洪秀柱主席的授权了，那又找你谈，那你还要去跟他谈吗？你不用先打个电话问一下洪秀柱主席，或者说那你下次了哈，这一次当然谈了后来不了了之嘛，大家翻脸不认账嘛啊，那下次是不是要求他出具授权书再继续谈？下次应该。下次应该跟主席直接谈吧？是。哦，主席直接谈，啊，那我赞成。好，因为。洪秀柱他是国民党的代表人嘛，在法律上，所以理论上是应该他要谈嘛，对不对？所以假如说以后有人在自称他是得到授权的话，这个我想党产会要小心。第二个就是说，那在谈的过程里头，那这个洪秀柱主席，就你的了解，知不知情？就你的了解，因为詹副主席假如 有得到授权，他应该要回去报告嘛。那下次再谈的时候，一定会告诉你说，那洪秀柱主席讲什么，没有，都没有。就詹副主席跟我讲的，他不但有跟洪主席报告，他还有跟几位前主席也有报告过。前主席，所以他在谈的过程里说，国民党的高层是充分知悉这个谈判的进度跟内容嘛。
对不对？他报告到什么样详细的程度，我没有办法有任何的掌握。对，那就这一个他们草拟过来的这个行政契约的内容有交给谁哦？那我也没有办法有充分的掌握。那但是就他来讲，他是说他有得到充分的授权，也有跟洪主席做报告啊。好，那这个主委，我请教一下了哈，以你作为民进党资深的这个党员重要的从政同志来看，啊，什么叫正常的党内的一个程序啦？啊，譬如说我举例了哈。在民进党内，你假如说要跟其他政党协商，哦，或者跟政府部门，那你应该，假如有得到授权的话，那应该是要中常会通过啊，啊，或者是说党有所谓的专案小组进行处理啊，那这个才是正常的一个程序啊。那以我这个刚刚跟主委的这个对话里头，似乎啦，就国民党从头到尾，中常会也不知道，其他重要的这些成员也不知道。啊，就只有两个人知道，或者是秘书长也知道，那顶多三人成虎，哦，一个洪秀柱，一个莫天虎，跟这个詹启贤三个人知道，其他好像都不知道，至少国民党议院党团都不知道这件事情啊。所以这个可能要问国民党的是啊，立院党团哦，有没有詹副主席有没有曾经跟他们讲过这件事情？是啊，所以国民党在批评什么密室协商呢？密室协商，欸，这个招委啊，密室协商是什么？是国民党内部自己密室啊，国民党内部都不知道啊。那国民党不是一个民主政党啊，他没有在一个党的机制里头去进行嘛，对不对？所以我跟主委建议啦，下次第一个你洪秀柱来，你直接跟洪秀柱谈，其他人都没有办法代表国民党，其他人来你就说啊算了，啊不然你就签个契约书。从这个过程结果来看，确实是。要这样子 才有代表性的，啊。是，那第二个，那至少国民党中常会要做决议啊，啊，不要说大家谈了，啊，哦，那以后搞不好真的詹启贤那要签约是谁要签？是洪秀柱要签吗？应该是洪秀柱要签，啊，要代表人签嘛，哎，对不对？所以我建议下次取得充分授权，国民党有充分的认知，要处理不当党产的时候，我们党产会再跟他谈，不然否则七月的时候啊，洪秀柱还讲说啊，这个。条例通过两年内处分扣得负债余额，他要捐作公益啊，才是正途啊。当时不让党产处理条还没通过前，他还自夸自称，国民党自称说以后这个钱要捐公益啊。结果被认定不让党产之后，那要找国民党要谈这个捐公益的部分，我们党产会也从善如流说，那百分之多少要捐，那也同意啊，对不对？他后来又不捐。所以我的意思说，这个主委你要小心了哈。这个在这个法界哈是大律师了哈，但是对于国民党这种，我不说邪恶的本质了，但是对于国民党政党的本质哦，你要弄清楚，这个政党啊，这个从来是说话不算话的一个政党，没有诚信的一个政党，至少在谈的这个过程里头，哦，我是很不以为然。对，就陈委员的指教很甚是了，因为我这边是很认真的去跟院长报告，哦，然后也找相关的部会来讨论。那我当然是不希望说我们最后谈定了我这边不算数嘛。那结果没有想到是我这边很认真的去取得各部会征询他们的意见，然后也跟院长报告，最后呢不算数了，结果竟然是他们。这一点我确实从这里面也学到很多了。从结果来看，他詹副主席显然没有得到洪秀柱主席的充分的信任跟授权，从结果来看，那第二个就是说我还要再追问的，就是说几个案，譬如说三中国发院国民党这个的不动产，或者是其他的这些附随组织，在詹启贤来谈的时候，这些有没有在谈的范围里头？一开始就没有吗？还是一开始我们就坚持不在？一开始我们坚持就不在，所以这个是一开始谈就这些不在范围里头吗？不在，对，不在。那假如这个不在谈的范围里头，怎么还会谈到后面的这些其他事？还有所谓的这个八项协议或几项协议的这个部分？如果你的范围谈判的范围，不让党产的部分都没有界定啊？有。那个八项协议的第一条就是说，我们只处理这一个中投新一台的股权，还有永丰银的账户里面的钱，还有九张支票，其他都不在本次行政契约里面。
那也不妨碍我们就其他的部分进行调查、追征等等，这样子，在这个行政契约的那个双方谈那个内容里面的第一条就明白的揭示这个。这我的意思是说，张启贤他没有得到充分的授权嘛，对不对？所以你在第一项啊、八项协议的第一项里头，你已经界定这个范围是非常清楚嘛。对。那很显然，你第一项的范围界定那么清楚的情况之下，那国民党打从他一开始啊，从后来这个揭露的这些事项来说，都没有啊，你这个这些都没谈，那我怎么跟你谈呢？对，这就是国民党讲的很奇怪的地方啊。对啊，他最后说，竟然用这个理由，我也是看到那个新闻稿，他说，哎，其他的事项没有处理，好像我也看到王金平王委员也讲到说，哦，其他的事项没有处理，所以他们觉得不能接受。可是问题是从头到尾就是在界定说，只针对中投新一台的股权跟相关账户的这个冻结的事宜来进行讨论，有关如何移归国有或捐赠为国有，或者是还有党工的权益的维护等等啊。对，所以我就回到我一开始讲的嘛，这个政党就是这样嘛，对不对？他一开始你连基本的范围，哦，他打从心里他就上，张启贤来谈是张启贤来谈，国民党的高层很显然的就不当当的追讨了一个范围，凸显的说国民党是不愿意就有关这些不当当然的问题怎么处理去来跟我们当场会来做协商嘛，所以是都是假的嘛，简单讲是这样，谈判都是假的嘛，你从国民党一在最后揭露说没有这个范围，假如没有全部谈，我们就是基本的一个范围界定，国民党的态度就是非常清楚啊。陈文，我还是相信张副主席的人格啦。你还相信？我相信张副主席的人格啦，我相信他本。相信张副主席啊，国民党人格以后要打折扣。我坦白讲，顾主委哈，我最后我还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啦，我还是要再三的一个强调了，就是说。没有错，我们在不当当产处理条例在八月，我们在立法院立法的过程，您也都全程参与。这个是在于说以实质法治国的一个原则，以现在民主国家的一个标准来处理过去这种党国不分的所谓刑事法治国的原则。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是这个是背负的全民的一个期待啊。就过去这些我们在谈到的所谓不公不义，或者是国家的财产。甚至是我们在讲到三中的这些财产，哦，我希望说我们的党产会，哦，承载了那么多人民的一个期待，哦，就这一个部分应该是要全力的贯彻来做执行。那个包括我现在有一个感触，就是说您刚刚讲的，就是用现在实质法这个人就去检视过去在党国一体之下行事合法的那些问题，对，我希望行政法院的法官呐，啊，哈，我当然有跟我们。在讨论的过程当中有同样的体认，这个是我现在有感触的地方。我觉得在做法律解释的地方，他们可能还是过于的偏重一个所谓的刑事的论述，而没有从一个实质法治国原则上去理解那个转型正义的价值。我觉得啦，台湾就迈向一个正常的民主的国家，哦，还有一段很长要努力的路要走，哦，包括说我也认为说促转条例的，要处理过去这些枉法裁判，或者是说对于这一个整个国家的，包括啊，在整个历史的过程里头，哦，啊这一些啊所谓的这个一些处理到这个我们认为是这个所谓的一个实质法治国这些原则的过去的这些状况，其实也不包括说只有这些政党的财产，包括其他的历史的真相，哦，或者是历史的平反。这个部分我觉得我们都还有很大努力的空间。我当然也呼吁说高等行政法院的所有的法官，这个案不当当的处理是历史都在看的一个案，哦，这个也反映到说我们对啊这个法院对于实质法治国的一个看待的一个态度啦，哦，所以我真的是希望说他们当然要加油啦，哦，但是我觉得他们也必须所有的任何包括不管是这个啊，他的一个裁判也好，或整个一个诉讼过程，都是会接受到全民的一个检验的。好，那最后我再追问一个这个问题了哈，因为刚刚委员有一些委员有提到说，党工的薪水的部分，嗯，哦，那现在党工国民党有去申请说要去动用这些，包括资遣啊，包括这个这个所谓的这个优惠优退啊等等这个部分，有开始在跟我们。
党产会提出申请。国民党只正式的来两次申请有关党工的劳保、党工的健保，还有依照这一个劳那个劳基法应该提缴的这个退休金，哦，我们两次都依照是属于正当理由准许之外，国民党还没有来跟我们申请有关所谓要全面支遣的劳工的退休金支遣费，也没有来跟我们申请要求支付劳工薪资，连薪资都没有申请了，没有没有，因为他们刚刚有其他委员也讲，他们就一直争执说这是法定义务，不是来申请许可嘛，那我们就一直说你在你合法的党产的范围之内你要付多少钱，你根本不用来跟我申请许可，这没有问题，只是你属于被禁止处分的那个部分，你不能够说你要请一千个两千个，你要付一个人二十万三十万我都要同意啊，我都属于你的所谓的法定义务啊，对不 对，法定义务是属于公法上的一些义务嘛，这个在我们当时在审查条文的时候里面讲的定义就非常清楚啊，但你薪资的部分这本来就是属于所谓的这个契约的一个责任嘛，否则你要付一百万两百万的这个部分，啊，这个根本是我觉得这个经不起检验啊，所以国民党只要放任他的党工在党党内继续进做埋锅造饭，是国民党要负起所有的责任，坦白讲，这个跟我们党产会一点关系都没有啊，哦，所以我支持党产会，我们就是依法行政，陈委员，把所有的这些包括整个立法的理由，假如有一些是未来在法院要攻防的这个部分，在我们委员会的审查、院会的审查，其实我们都表达得非常清楚啊，哦，就这一个部分啊，怎么样去处理有关相关的这个党产的部分，我们支持党产会的一个决定，好，哦，好，谢谢，谢谢陈委员。再来我们请姚文智委员执行。因为陈清迈委员说不要相信国民党，主席，各位先进，我想请顾主委好吗？姚委员好，顾主委，这辛苦了啊，哦。这，我今天你报告的时候说这是民主的最后一里路，啊，所以，听起来应该是本来想象应该是任重，但是道应该不远了，哈，但是没想到哈，这中间过程也是非常的艰辛哈，曲折。那尤其是即使我们有了这个不当党产条例处理条例，那这个中间的过程其实你还面对很多的这个压力了，那在这里其实我们是在站在跟你加油的立场了，我们希望说真的这个民主的最后一里路要实现的目标能够尽速，不过有些部分，我其实刚刚听陈其迈委员，我觉得也提醒你啊，陈其迈委员比较客气啊，他说这国民党讲话不算话哈，有很多人都要打折扣，那你刚刚有回答说你还相信这个詹启贤副主席的人格了哈，我想请教你一下，后来这个事情之后，那詹启贤有公开对你道歉吗？就说花了那么多的时间，你还谈了这个八点的原则，啊，詹副主席在联合晚报那一天揭露的下午，有打电话给我表示抱歉，就是打跟你致电说表达歉意。他在国民党党内本来有授权，但是其实是反悔或者是没有。那他说什么？他认为说，一旦订定这个行政契约，我也会承担哦，另外一边的一个压力，说为什么要订定这一个行政契约哦？说是执政部门吗？民进党这边吗？应该是说，如果以光谱来讲，应该是绿营的支持者，可能所以他替你着想啊，哦。对，那
相对来讲是这个事情不成，看起来也就是他们内部、哦、有不同意见。那所以打这个电话跟我说，其实我们的目标、哦、有人说行政契约签了就没有什么历史真相，我认为这个是对党产委员工作的误解吧。我的目标是将党不当党产的部分把它归移到一个应有的正确位置上。那个行政契约的第二条最重要的就是都归给国有嘛，对不对？对，那就回到它应有的位置上。那如果张副主席有得到充分的授权，国民党上下一体都同意这样子，我想做一个行政部门没有什么拒绝的理由吧。那再来第三条就是处理第四条就是处理这个党工的权益问题。那我想他们张副主席念之在之是这一点，我想我认为我们应该要协助也没有问题。但是为什么弄到最后，我不晓得到最后是突然知道张副主席在一开始都在主持那个党产的记者会啊，你有没有印象？对不对？有，一开始的时候是有，所以他看起来是原来开始是信心满满，认为有得到洪主席的信任，对不对？那最后为什么一夕变天？我真的也很纳闷。他那一天打电话给我的意思就是说，抱歉哈，那看起来这个讯息不是我这边揭露。我说当然不是我这边揭露的，那看起来是国民党内部哈。如果不是你这边揭露，那就是国民党的内部有人去特意揭露这样的一个讯息。也就是说把你现在意思是说，他跟你讨论的是说把这样的一件事情啊。那个被报道成密室协商这件事情是国民党方面把他丢出去的，他丢给媒体的。他一方面跟我求证说是不是我说我当然不是我啊，对不对？我自己干嘛去交出一个新闻，然后变成是一个把我还把他讲成一顿，要你下台，就很奇怪。那所以重点他就是打个电话跟我说抱歉，然后他就说那一天晚上他就要出国。啊、我说你要出国多久？他说要出国两个礼拜。那我说那这样的话，你们党内这件事情大概经历的当事人重要的你可能不在了。那我也不晓得，再下来就看看啊。所以我今天只是利用这个公开的场合来还原一下我们这个协商的过程。我只是在想要说明的就是说行政契约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依照行政程序的相关规范。那么我所看重的还是在于我们这谈判的标的里面、啊、有没有落实到最后能够达到正常公平竞争的目的嘛。我觉得在这一点上面我还是再重复一遍，我还是相信张副主席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了，只是他好像似乎得不到国民党内其他人的一个支持吧。最后好了解好，所以在跟你道歉的同时，还跟你说，啊，其实不签订也好了，免得你也被深绿的这个批评，是不是这样？没有，其实在这个整个你刚刚这个话语是不是这个意思？不，其实在这个整个谈判的过程当中，我们两位都有这样的认知啦，我们知道哈，签这件事情，双方都会有对有人也不满意、啊，都会有这些事情的批评的可能性、啊、我们都要去承担、啊、这样的压力，这样的。好，了解哈。但是，之后呢，有了这样的一个经验以后，未来还会跟国民党，不管像陈其迈委员是说有人拿授权书来了哈，或者跟洪秀柱主席啊哈，坦白讲哈。我是劝你都不要了。刚刚 Glass 委员有说，我有一点浪漫的性格，我还是很不能够说一定不能够谈呐，哦，但是我觉得这个谈当然就是依照我的职权的范围内来谈，但是我当然啦，刚刚陈委员也跟我指教，那是不是要跟主席直接谈呢？哈，不可以这个啊。这其实哈，我借这个机会再劝你哦。拢免啦，不要谈啦，好，第一，要不然要谈哈，就完全摊开来谈，因为啊，这国民党过去常年就是这样子，常年就是这样，你看最后拍拍屁股，啊，拍拍屁股说要出国去了，然后把你留在这里哈，然后媒体这个要你下台，啊，不过下台我是觉得恭喜你啦哈，其实这是一个勋章啊。这是一个勋章，表示你这个努力在追讨
这个党产才会有不同立场的媒体认为说你该下台，你这个做了什么样这个见不得人的事啊。这个其实我们今天是要让你好好把这个事情这个不吐不快把它讲清楚了。谢谢。最后我想要问一下这个主委，那你认为这些不当党产的处理啊，你大概准备花多少时间大概完成一个比较完整的那可以像你刚刚讲的走完这个民主最后一里路大概花多少时间然后把这些都处理掉？包委员，我觉得国民党本身他就是他拥有的党营的事业这是一块，国民党本身现在还有的这些资产这是一块，那另外最艰难的部分我认为还是赋税组织啦。我坦白讲，赋税组织，赋税组织的这一块我想各位大概很多人都会有很多意见也很多人都来检举各式各样的所谓的赋税组织，我觉得这个部分是有它的一些困难，包括基金会，包括救国团，包括妇联会，包括很多种种这些在整个历史脉络之下可能都曾经被国民党控制，但是现在可能都有某种程度的一个独立性那这些等等的要如何处理，这可能是我们未来面对的最大挑战。那这样子的一个每一个认定都要经过一个公开听证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是相当艰难的。那还有一部分没有任何程度的独立性了。不要有这样的话语。我没有办法现在先预设一个立场，我只能够说他现在就是长那个样子。那我们要进行一个深刻的调查嘛？对，我看到在这个我们这个委员会有收到244个这个检举嘛，对不对？陈情检举是。我想要请教一下因为其实我在这边也在地方上也得到一些检举。那这个检举就是说，国民党其实不止在历史上好几次机会，比如说陈水扁2000年执政的时候，国民党把很多的资金转存到私人的户头，亲戚啊、朋友啊、隐匿啊，然后在地方上，地方党部其实也有，那我不知道这些检举有没有包括这一部分，那未来不是只有中央党部这。地方党部的很多的资产也有一些转移到私人去这一部分我们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有没有办法去跟委员报告，就是说这个要分两块来说，一块是说它转移是真的还是假的，对不对？如果转移是假的这叫人头，对不 对？如果转移是真的这叫善意第三人，那我们向国民党追征，对不对？如果是不当取得的财产的话，对不对？那所以我们就要从这个判断，那我们也当然欢迎检举，要有一个具体的事证，就是说我们如何能够判断其实这是藏匿在所谓的人头的名下，这一点可能要有一个具体的事证才足以供判断。到目前为止的检举有没有这样的检举应该可以得到奖金嘛，对不对？如果说它不是一个公资的事情而有一个具体的事证的话，按照我们的奖励办法是有奖金的。好，加油了，好，谢谢。好，谢谢，谢谢姚伟。我们下一位请柯志温委员质询。谢谢主席，我们请我们的顾主委。柯委员好。嘿，主委好，这是你离开立法院之后第一次到这个地方来吗？ 是。所以站在备询台跟质询台感觉不一样吗？哪个比较轻松？质询台因为讲一次嘛，我开口讲话就好了嘛，对不对？你这边还要讲一大堆。我刚刚进来的时候有听到有些委员说你具有这个浪漫的性格那你这么浪漫的性格，每天经过那个你的党产会前面，看到那堆埋锅造饭的年轻人，有没有一点展现你浪漫的感觉？
我有跟他们对话，我希望国民党来跟我们申请有关薪资或者是。我了解你对话的十分钟，又因为你们对话之间没有交集，对不对？因为你一直说我们没有去申请，事实上十月多的时候有申请，只是你们认知里面的薪资的这个申请的这个部分不一样嘛。我们认为是法定薪资，你认为说你还要透过某一个申请的程序，这是认知上的不一样。所以我们是有申请，只是申请的不是报告委员，如果要来申请，当然是不是应该把所有的薪水啊，是要来揭露给我才能够认定。我的意思是说，认知上不一样，但并不是没有申请，这一点要先做出一个澄清。没有任何党工的薪水啊、明细的，那怎么算来申请呢？好，来，主委，我现在主要的问题是，我想你从过去整理非常多的大案件，你知道应该是从这个从人来查案这个部分啊，我想我们比较关切就是你曾经在11月7号时候曾经质询过刘太英嘛，对不对？11月7号，我想具体的日子我不太能够记得。没有问题，但是我们约询过刘太英先生。是，那好像只有短短的4行字就都交代过去了。我们比较好奇的就是呢，刘太英先生呢，他背后的一个部分，我是一个新科的立委啊，我对我们的党产跟很多人一样都不懂他的来龙去脉，所以如果你今天可以透过你的党产协会帮我们查个清楚的话，我想我们是非常感激的啦。那问题是刘太英质询的结果是怎么样？主委还记得吗？报告委员哈，因为我们跟他约谈的情况，事实上我们那个笔录，国民党他们也都有来阅卷了哈。那我那一天、就是、4行啊，所以都不太满意啊。那我们更想知道说刘太英背后那个部分，我刚刚所提到的，我们党产最风光的时候，就是在李登辉的时候最风光的时候，800多亿。所以我们其实很想了解这个过程嘛。我刚刚说嘛，你也条列出，我们根据这个所谓的第六条来告诉大家嘛。你如果有不当的这个对价关系的时候呢，你应该彻底去了解嘛。那过去10年来，大家其实闹得最沸沸扬扬，就是有关中广的案子，而且我们手上都有那些具体的，我们当初。李前主席他当初也就是指派我们刘太英先生，我们的太公来处理这个案件。我们想问一下，我非常的关心要问一下，什么时候传唤我们的李前主席？因为那才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时候，什么时候传唤他？跟委员报告，我那一天去约询刘太英先生，主要是针对那个中投跟新一台的股权的那个中投成立的刚开始的那个时期。那当然我们也有旁及其他的部分，那我们也有问到您现在关切的中广的这一个有关仁爱路这一个原来胖痛协会总部的这个部分。是，但我必须跟委员报告，就是说这个部分的主要当时买卖的那个资料啊，我们手上还没有从中投能够拿到。所以你意思说，只要中投愿意释放给你们，你们就会立即约谈我们的李前主席跟我们的洪胜建设吗？对，如果对这个追查当然有必要了，不要说是李登辉前总统、马英九前总统，我们都要问啊。当然是嘛，所以我就跟告诉这个主委嘛，就说你现在帮我们查得很清楚，我们非常的感激。但是现在大家最关切的就是有关于李前主席这个部分，可是让我们觉得你有点是你的转型争议，你的这个查案好像有点是选择性的这个部分嘛，所以我们才要把这个地方问得清楚。那个、报告委员，所以你现在就说中投还没有给你这些相关资料。报告委员，如果你论现在我们比较有掌握的，比如说中广在出售给赵少康的那个时期。是马英九总统在当主席的阶段，我们那个时候我们也没有说去问马英九总统，那你也没有在质疑说那我为什么不问马英九总统。我的意思说这个前后一个脉络下来，我们必须要根据我们掌握的资料，我们要有资料，所以你们家会嘛，对不对？才会去问嘛，当然是，对不对？所以有必要我们不会去排除去约谈任何人嘛，对不对？但就是为什么要特别问？因为你约了一个主要的 key person 刘太英先生，更何况我刚刚也听到姚文智委员有提到说有关于这个检举奖金。说实在的，对国民党了解最清楚就是刘太英、徐立德跟我们的宋楚瑜嘛。他们如果每个人都是申请这个奖金，一人一亿，我告诉你，很多事情就可以了解得很清楚的啦。我们也欢迎宋楚瑜先生来跟我们检举。对啊，对啊，一个人一亿的话，我想这个部分就是完全没有问题嘛。所以我现在只是要澄清整个的这个，其实最多人最想了解就是过去这一段。那过去这一段问题还没有 touch 到，然后每个人都是完全锁定在这个基金到底这个我们党工的薪水到底是如何，以至于让你就被陷入说你完全在抄家灭族嘛。我只是建议，因为刚刚前面有很多民进党委员都建议给顾大律师，所以我也是建议你说，其实你如果能够带头从这个过程，你刚刚也提到了嘛，
会一一来列来来来这个询问历届的党主席，能够展现出这个部分，把我们最关切的这个部分全部把它厘定清楚的话，我想你今天所受到的责难会小非常的多。这是我给我继你们民进党委员之后所给你的一个建议的。我们会为一一来努力。好，那我最后可以问一下，就是目前为止哦，我当然你有特别提出来说你被这个所谓中这个我们说台北地方法院，你不认为这叫打脸，这反而是某种程度的一个胜利嘛，对不对？那我想请问你，过去曾经说你在十二月底之前一定会把我们这个中投跟新玉台收归国有，那显然十二月快到了，是不是这一块一定会跳票了？我从来没有说过我十二月底以前要将中投新玉台收归国有。那好，那我想请问一下这个主委，那你为什么对于这一次你为什么不再提告呢？哪一个？就这一次法院判下来就觉得你说那个北高警上个礼拜五的那个裁定，为什么你我们还没有收到裁定，还没有决定，所以你会再去提告？我们还没有确定，我们要收到判那个裁定的内容，我们委员会再讨论。对，所以目前因为有非常多的媒体就特别你是三连败三坏球嘛，怕你说第四连败的话就会保送上垒嘛，所以你这个部分并不是你不提告，而是要等到这个判决书完之后才会裁定书收到之后，我们再跟委员会的委员讨论。然后会是怎么样呢？因为已经会是怎么样的后续动作？现在目前也还不能告知嘛。没有，我没有办法现在给委员一个肯定答复，抱歉。哦，好，所以顾大主委，然后另外一个我还要再来特别问一下，也有很多质疑，因为我们看到你的，因为今天其实最主要就是预算审查嘛，就显然大家对预算都比较没有兴趣啊，对你这个怎么样的组织会比较有兴趣，不是吗？但是呢，也有很多人接受说，你目前所用的很多的人，其实呢，都是你过去带的助理，有包括你们的青年智库、台湾智库，还有包括你们过去民进党的这个国际事务部这个部分，会不会你们这个里面的人员都太具有这个绿的色彩，以致让大家觉得说，你其实在这个功利性上会受到很强大的一个质疑？我们是依照行政颁布的组织规程，那可以聘用的十五个人，然后我们经过一个公开上网公告甄选的程序，然后来聘用。对啊，是啊，但是问题是里面这样的组织里面的人，包括你的薪资，还包括你的背景。所以在我今天也是抱着一个劝告的一个方法，也就是因为你们这个里面的人也都太多绿的色彩，所以以至于今天整个的一个过程当中，大家就会完全不认为你是完全在做一个很正义的这个状况，从头开会都会是这个样子。其实我们的来源是还算多元呢，有吗？有啊，因为我们你除了一个我们违规出去的一个杨先生之外，好像没有任何跟对这个国民党有任何有利的人员在你的组织系统里面。哦，您讲的那个是应该是委员的部分吧？是啦，是啦，还有包括你的行政人员，反正全部来。行政人员我们就是公开甄选，然后我想来源不是只有委员所讲这样而已。还有什么可以告诉我，让我们激励一下吗？让我们知道你们也还是算公平的吗？也有一般的民间公司来申请来接受聘用，然后也有原来是行政机关的人选，然后我们也有借调至这一个其他的行政机关。好，那最后的话，请问就在最后就问一下我们的顾主委，你真的在做这个部分里面，我们行政院长有特别指示说你冲得太过分吗？还是觉得从来没有？好，因为你虎虎生威，我们认为说你已经拿下下一次民进党这个选你当这个台北市长的最大的一个候选人了，所以姚准市长，你可能要好好的注意一下，你刚刚那么多的劝告语言，这边有个最强烈的对手在这个地方了。好，谢谢各位。再下来，我们请黄昭顺委员出席。主席，各位同仁，我想我今天用无比沉痛的心情站在这里，面对不当党产委员会今天预算的审查，我在这里要讲的是，不管我们今天有没有审查预算，其实我看到的是，我们不当党产委员会其实就是民进党的一个护水组织，而且刚才我听到民进党的委员说，如果有一天他被顾主委下台的时候，必须要给他一个勋章。我想这个勋章可以给他，这是国家暴力代表的一个勋章。在这里我要特别讲，任何一个政府的政务官，如果他的决策在投手的时候三次被判出局，
孰可忍，孰不可忍，应该怎么样做，应该怎么样知所进退，我想全部的人民都在看。从今年开始，我要重申我们国民党党团的公开声明。我想国民党党团的公开声明非常非常的清楚，我们35位国民党的党团，我不知道顾主委有没有看过这一章，我们非常清楚的讲，他要上来不上来，我觉得对我来讲不重要，他愿意上来他就上来，他不愿意上来我也没有关系，因为在我的认知里面，他是一个不当党产委员会的不当主委，而且这个不当的主委做过许多不当的决策，而这个整个的决策在法院已经被三证出局，所以他该不该来，他该怎么样做，只有他能够决定，就算我在这里怎么做也没有办法改变他。那在这里我们清楚地把我们当时在国民党党团的公开声明里面讲得非常的清楚，我们这一段里面讲国民党净值约有166亿，扣除现任及退休党工的退休金，一数建请，请党中央全数捐给公益团体或者政府，或者专门帮助青年跟弱势。我们选择放下，但是我们看到，就算刚才柯志恩委员在那边提的时候，我们看到不当党产委员会的不当委员里面，连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是立有有，非常的无耻。我在这里念几个人的名字，一个叫研究员，是顾立雄国会办公室的助理，姓唐；一个叫台湾智库法治研究专员，姓吴；然后再来一位是民进党国际事务部的副研究员，姓罗；然后再来一位姓朱的，是顾立雄国会办公室的助理；再来是台湾青年智库法治中心的副研究员，姓郑；然后再来两位，一位姓黄，一位姓李，都是顾立雄委员办公室的助理。然后整个的预算，整个的薪资都远比我们所有公务人员，不管是兼任的，不管是委任的，甚至于高考及格的两倍，这样子的一个薪资结构，我想我在这里讲，这是无耻，非常非常的无耻。再来我要讲的是，我们从他选择性的办案，我们清楚的知道，国民党在李登辉时代的时候，是我们所有经费，党也可以说是经费最充足的时候。从李登辉时代一直到现在的主席，我们看到他选择性的办案，最了解的是我们以前的主席跟我们的秘书长，包括宋楚瑜先生，但是我们没有看到民进党用任何的方式去做这样子的一个了解，而只是针对我们所有的案子。所以我充分领教一件事，我领教了什么事？我终于领教了民进党所谓的黑箱是什么，民进党所谓的国会暴力是什么。这两天我们在报纸上看到，我们居然还有一个顾巴点，我没有想到在整个作业的过程当中，我们完全无视于国家的法令，完全无视于我们整个国家授予人民的权利是什么。我终于领教到什么事，我终于领教到为什么蔡英文总统的民调会雪崩式的下降。我们从几件事看得非常的清楚，包括从一例一休，从年金改革，从造风案，甚至于引进更多的外部人才，包括陆生的纳保，包括所有住宅法等等，甚至于把红十字会解散，甚至于准备插手农会跟渔会，我们都看到这些都是血淋淋的斗争，血淋淋的清算，而这些清算跟斗争的过程当中，全部都是黑箱。所以包括这个礼拜有公民团体要求蔡政府必须要把你们在政策决策的过程当中的记录跟所有的决策都必须要公诸于人民，但是我们依旧看不到，我们只看到
黑影幢幢，整个黑箱的过程当中，我们无法看到它的真相。今天我们非常难过的是，我们从三月一直到现在，我们看到的，不管是民进党用国会的暴力，在甚至于所有的法案也是用国会的暴力在这里做，甚至于连不当党产委员会的不当处置都是这么的黑箱，没有透明，没有公开。今天连立法院我们所有的协商都要求要录音录影，我们有什么资格在谈判的过程当中没有记录，没有委员会，什么东西都没有，居然来了一个顾巴点。而这个顾巴点更离谱，我们看到顾巴点里面居然还有一项是中投跟薰益台的 55% 收归国有，另外的 45% 是国民党要兼征国有。这个兼征国有要干什么？要挹注长照。我看到这个我全部都傻眼。我要告诉全国的人民，长照是何等重要的一个政策，而这个政策是所谓蔡政府讲的非常重要 2.0， 必须要有一个很长远的规划，真的落实照顾我们的长者。结果我们的长照的经费一下子从烟税，一下子从那个叫什么烟税、遗产税、赠与税，结果今天居然会拿出一个说要来挹注我们长照的裁员。我想这样子的转型正义怎么样让我们的人民看到我们政府真正想做这件事的决心？刚才还有很多民进党的委员非常关心我们党主席的选举，甚至于在不当党产委员会前面静坐的年轻朋友，刚才甚至于有人质疑他们的身份。我在这里告诉大家，国民党要怎么样站起来？我想我们国民党所有的党员大家都可以说是勾践卧薪尝胆的心情站在这里。我们不在乎所有的党产归零，我们在乎的是这个国家的体制用国家的暴力，甚至于在国会用国会的暴力通过一个违法违宪这样子的一个组织，也可以说是一个不当的组织，在这里行使国会的暴力。主席请尊重我的发言，请专委，要不然你就给我加时间。主席他们在那里闹场，所以我在这里必须要再重申一件事，我们整个国家暴力的幽灵已经在转型正义这四个字的包装之下再行整个的斗争的状况。今天我把我们立法院党团当时我们35位委员同时拿出来的这个条文清楚的让外界看到，我非常痛心也非常不耻。我从来没有想到居然有顾巴点用转型正义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在做我们整个清算斗争。我想我们要的是什么？我们要的不是党产，我们要的是公道，我们要的是正义。我们看到的是整个不当党产委员会的不当主委在做行使不当的行为，我们没有看到公开透明。多少人民知道为什么时候我们的党产是最兴盛，党产最多的时候是谁？是李登辉总统的时候，包括那个时候的刘太英，甚至于我们所有的秘书长是最清楚的。我们从头到尾没有看到这些整个的过程跟程序，今天我们看到的只是黑箱黑箱再黑箱。从蔡政府所有的政策跟不当党产委员会这样子的一个作为，我们在这里提出严正的抗议。我在这里要奉劝我们的主席，我们今天有没有审查这个预算其实都不重要，甚至于我们预算有没有给也都不重要，
因为民进党政府绝对会用第二预备金再来挹注，甚至于会用民进党的多数暴力再把这个预算再给我。我在这里再一次的强调一件事，主席，我们面对这么野蛮、这么阿爸这样子的一个委员会，我们要怎么样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我们只有全部都归零。我们归零了以后，我们出去讲话，我们很坦荡，我们讲话很大声，不用被这些人在这里用区域的侮辱。所以我再一次的强调一件事，刚才有委员说要送给他们勋章，我想这个勋章我可以先帮大家定义，就是国家暴力的代表。啊，以上，谢谢。你跟委员报告，那个长照的部分是副主席。不会，我没有要求你说明。如果副主席，我没有要求你说明。不是我提出来的。你的副主，你不管我们的副主席怎么去，或者怎么样，任何一个会议都必须要公开透明，必须要有记录，请你把记录拿出来，请你把录影拿出来。全世界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好，黄委员，你讲的话我听进去了。好，现在下一位，我们请林立禅委员质询，但是中午由林立禅委员质询完毕，休息到两点半再开始。都需要。主席，有请我们顾主委。林委员好。哎，主委，还记得几个月前我们还是同事啦哈。那其实上会期您也常常来我们内政委员会审法案，不管是您是一个法律人的身份，还是大律师，或者 是立法院的委员，其实我们都看到您的专业，跟您抓议题的重点，还有审法案的功力啦哈。这些大家都有目共睹。谢谢。但后来您成为党产会的主委。外界都认为国民党被您这样子，就是后续可能就会的好力党好的一些法律高手来就是操盘，肯定是被修理得很惨。但党产会在您的领导之下，也全面的清算，就是党产嘛，陆陆续续寄出对国民党寄出几道的所谓的行政处分，包括说冻结银行的账户。还有冻结国民党开出去的支票，第三个就是将中投跟我们新义台的两家公司的股份归为国有。刚开始的时候很顺利，但是党产会所做的处分，其实国民党也提出所谓的司法诉讼，那后来被法院驳回了三次嘛，就党产会被法院驳回了三次。那主委，您是非常有名的大律师。你应该知道为什么法院一次驳回您三次。其实行政法院进行诉讼的时候，大部分的行政部门都比较占上风了哈。您是一个律师，您应该很清楚，其实行政诉讼的时候，很多政府机关的胜诉的比例都非常的高，你心里也知道了哈。那大家都知道，可是说这次政府的机构就是政府机关依法行政所做出来的处分，没有程序上面的瑕疵吗？您觉得被驳回了三次，程序上面有没有瑕疵？那是否符合所谓构成的要件？那当事人就算提出所谓行政诉讼，要打赢官司，其实我们在所谓的行政诉讼法里面，如果是民要跟行政部门打官司，其实要赢是非常低的，几率非常低的。那我们也知道，在打民法还是所谓商业的官司的部分的律师也非常少，就是非常多。那要打行政诉讼的律师是非常少，这个部分您应该也知道了哈。可是我们却看到国民党这一次提出的行政诉讼，要挑战党产会的所谓的行政处分。原本大家会觉得我们要赢一场可能都很难了，结果没想到连赢三场。那如果只是一场就是很意外，可是连赢三场了哈。主委，您觉得您对连三败
有什么看法？那党产会后续对这样子的连三败的处理是怎么做的？跟委员报告一下，就您讲的第一个跟第二个裁定，一个是北高行，一个最高行的裁定，这个部分是都是就那一个永丰银的账户跟这个九张支票的部分。那是不是连三败嘛？那这两个部分我们有根据北高行的这一个要求的明确性，我们有重新再补正，做了一个正式的处分。那另外就难以回复的损害这一个部分，我们是认为跟最高行他们的见解好像跟过去以往他们跟其他的有关难以回复的损害的认定不太一样。那主委，我必须要跟您讲了哈，针对连三败的这种败诉，您有您的说法跟解释。可是呢，依本席认为了哈，三次连三败对就是对党产会的公信力已经打了很多的折扣，甚至很大的伤害，因为。您是否还要继续上诉？您有考虑继续上诉吗？委员讲的是哪一个部分？就全部您所要提出的行政诉讼的部分。因为前面的第一个部分跟第二个部分，就最高行就已经确定了。那这个部分有关冻结的部分，我们另外有做了一个正式的处分。所以那个正式的处分，国民党也有申请停止执行，那个还在法院的审理当中，还没有结果。那至于如果您讲的是指上个礼拜五那个有关北高行做了有关移转。那个中投信义台股权的这个部分，那它这个部分我们刚刚有说明，这分两个部分，一个就是确认这一个股权，中国国民党股权是不当取得的财产，所以您会再上诉、这个部分要继续执行。好，那另外有关命移转的部分、停止的部分，我们收到这个裁定之后，会再请委员来讨论一下。那您如果继续上去，会不会又败了？是不是浪费很多司法资源啊？因为您的所谓的被就是被法院判下来的这个。就是败诉嘛，哈。那您觉得说这种是否符合所谓的，就是您的所谓的程序正义上面是不是被挑战了？报告委员，国民党总共到现在为止提了17件诉讼，包括中投新义台国民党。好，没关系，那个主委，因为我时间有限，可能也没办法让您解释太多了哈。我只是针对遍地烽火的提起诉讼，连三败这件事情不是我们要去提的。我只是针对连三败这个。就是针对这一部分，我觉得蔡政府是否做法太粗糙了，外界也会质疑民进党这样子的转型正义，用转型正义的名义，那事实上其实是进行清算，其实连真卡说宅郎都知道这是清算跟政党的所谓斗争了哈。那我们也要知道司法是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那对于党产会用这种禁止处分提出所谓行政诉讼的，对国民党来讲了哈，那国民党提出所谓的行政诉讼的部分，其实是司法的最后一个手段了哈，我觉得啦。那其实，在法院上已经看得很清楚，给党产会就是三次的这个败诉的话，其实我觉得说对党产会来讲，连司法都没有认同党产会这种比较粗暴的做法。那请问主委，经过这三次之后，您认为党产会现阶段刚刚您讲的做法就继续可能继续做嘛？那我的意思是说，您会不会超得太快了？会不会超速了？因为您这个超速已经被拍了三张了呢。你超速可能去砸丢啊，你要继续超吗？您会不会要放慢脚步去做一些比较，就是慢慢查？我认为说。身为国民党立委，其实我们也想知道我们的党产到底有哪些来龙去脉，但我觉得说在合理上面的去做这块都大家都认同，可是不要进行所谓政治的操算啊，然后限定时间我要什么时候把你怎样怎样，我觉得说这个对司法都会觉得你已经超速了，你超速去杀掉的这种感受，那你有什么看法吗？报告委员，真正的关键当然还是在于那个本案的诉讼。现在您讲的这几个诉讼都没有在决定胜败的问题，都没有就对了。反正胜败的问题就是一个本案诉讼嘛，就是说打到最后就是看看这一个我们所谓的行政处分命移转的这个部分的本案诉讼才是最后的结果。好，主委，我必须要跟您说了哈，因为很多民众还是很多人会觉得说这个做法哦，连法院都不认同，这种就是叫做超速了哈。那第二个是党产会的协议问题，其实我们知道说党产会就是我们除了
看到说，哎，败诉以外，最近媒体也报道说，所谓的协议问题，就是党产会跟国民党进行协议，那同意让保留16亿的国民党的结算给党工的薪资，那这个条件要保留16亿这个条件，国民党必须要撤回行政诉讼。本席认为这个事件非常大，因为连我们国民党立委都不知道您有两边有去做协商，原来是国民党如果要就是保留这些，你要先行政诉讼要撤回。我觉得用这种做法，很强硬的做法，我想觉得说是不是党产会要逼国民党上谈判桌来找您谈，因为您已经提出刚刚提出的，不管是冻结账户，还是冻结支票，还是把两个公司去归为国有，那逼国民党来上谈判桌，我觉得，报告委员，您弄反了这个谁逼谁上谈判桌这个主动跟被动吧？是詹副主席主动来找我谈。那如果双方行政契约谈妥，如果双方行政契约谈妥，怎么还会有进行诉讼的可能性呢？其实我觉得说转型正义哈是好的，是民主的，可是转型正义也要有所谓的程序正义，还有真正的转型正义啦哈。其实我个人觉得，对本席也要提醒您啦，其实民众一般的选民厌烦了蓝绿斗争，厌烦了政治斗争，那蔡政府高喊转型正义，但在事实上推动的却是看起来是非常多的政治上的操作，那党产会不断的被司法打脸，我觉得这种转型正义您必须要好好的考虑负面的影响。那再来我要谈的是说，针对以前的历史本席不太了解，因为我是来从柬埔寨来到台湾的，那对台湾的民主发展，我相信主流民主都支持政党之间要公平竞争，如果国民党有不法的，我们刚刚我们黄昭顺委员也讲了，我们都签字了，就是有不法的都给你们查，那我们都签字了，那何必要这样子呢？那我觉得说，您说签字，我觉得说国民党没有签字啊，我们立法院的委员都认为，一致认为可以查，查清楚，可是有些东西齁要全面的查，不是七分，然后也不是点到的查，我那我必须要那个主委，我是干搞啊齁，那我觉得说我们的政治发展跟民主程度齁，相信相较于东南亚国家，尤其是柬埔寨来讲，是一个比柬埔寨的民主发展来得好，我觉得说这个也未来我们的民主发展，或许是东南亚国家还是立禅母国的柬埔寨的一个借镜，但我觉得这个借镜跟这个教材，希望它是正面的教材，而是不是负面的案例给别人做借镜，您必须要三思啊，因为您是法律人，谢谢。好，谢谢委员。本来林立禅委员咨询结束的话，终于要休息，但是看到林长佐委员千辛万苦赶过来啊，再继续到你那个到你咨询完毕，下午就休息啊。谢谢主席哈，那我们请顾主委。好，林委员好。注意力好，我想这个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告大马已经四个月了，那中间有很多的波折啦，但是陆陆续续看到一些进展，那一些困难，那但是你也知道说偷东山其实是台湾转型正义这个工作很重要的一步，那台湾人民对转型正义的这个渴望里面，关于党产这一块其实是非常关键，我相信主委你应该也有这个感受啦，所以这个在很多的访问里面也可以看到主委对于这个转型正义民主政治的健全都有看到你相关的发言。那不过最近的媒体跟舆论上，在这个司法的攻防上面好像是有一些误解，包括说这个国民党有没有可能重新对领存在永丰营的资金，或是党产会已经补做了这个，但是其实党产会已经补做了行政处分，或是说中投
新玉台无法收归国有，是不是讨党产私利等等？所以我想在这边还是要请这个主委哦，底下会当讲简单来说明一下，讲这几个案内底，咱东山会这个具体的这个成果。我本会的一个基本的立场就是，我们希望第一个，任何一个政党都不应该再从不当取得的党产里面再获得益助。那我觉得在这一点，如果你去看看北高行上个礼拜五的裁定，他事实上已经很完全的肯定了说，国民党不可以再从中投新一台的股权的股利的取得，再从中取得任何的获利。跟委员报告，在过去的十年，国民党从中投新一台获得股利超过135亿以上。像这样子，每年都可以跟其他的政党站在一个不公平的竞争点上面，可以拿到十几亿到二十亿的这样的股利。这一次的北高行的裁定里面，至少是断绝了国民党日后的这条路。那剩下来的中投有关永丰银的账户跟那个九张的支票的部分，我们现在所期待的就是，国民党如果真的要照顾党工，那么他一直提到他要全面资遣。那就这个部分，我们所掌握的大概就是永丰银的账户三亿多，那么九张支票四亿多，还有张荣华基金会应该付给国民党的一亿。我们都愿意协助国民党，在经过劳动局的协调之下，确认你的资遣会全部要花到多少，我们在这个部分也愿意帮忙国民党这样子。所以我想在这边，其实法院某种程度算肯认了党产条例里面转型正义的精神、啊、对这个裁定，如果各位去看一下，它即使是在没有命移转的这个部分、哎、它是让很大部分的程度的肯定，它说现在暂时先不要命移转，那后呢，用本案来真正的去落实转型正义的价值，他在这个裁定里面明白的去揭示这样子的意思，这样其实也明白的等于确认了中投新玉台是不当取得的财产。对，然后这个部分他认为避免脱产之余，所以国民党不可以去动。对，但是所以这用这样子的这个方式，在现在媒体上面很多人会误解哦。那而且更重要的是，我想。那个主委你也很了解，国民党现在他有一笔900万的律师费用来接招啦，打算我想他应该有一个很这个庞大的这个律师团啊，要不唔知要怎开这个高爸班吼。所以讲主委，你相较于国民党的这个900万，党产会编列的这个诉讼预算是有多少？一年几十万吧，是。所以你敢袂感觉讲安尼小可无够？我当然了解党产会的预算会是这个有限呐、啊。但是在这个方面，我想应该要更有勇气吧，因为你人开900万，哦，你讲十几十万，连他的九分之一，可能十分之一都不到，安尼，在这个上面，我想，顾律师，你毕竟本来也是律师哦，你在这个方面有没有更有勇气，要争取更大的资源来去？报告委员，预算当时就已经编成这样子了，你现在说。怎么可能我再提一个增加预算的这个提议呢？那我只是希望说，如果真的大家都有心要落实党产归零，然后转型正义，不管从蓝的立场一直喊党产归零，那么从其他绿的委员来看说落实转型正义，我觉得党产会的存在当然目的就在这里嘛，对不对？那国民党他现在的策略就是某种程度去提出所有可能的诉讼，他现在已经提出了17个诉讼，遍地烽火，对不对？他就要在每一个行政法院每一个庭里面，他只要打赢一件，他就跟你说他打脸我、哦、但是我认为真正最大的关键还是真正 最重要，就现到现在为止，除了以后未来发展，比如说中广的啦、中影的啦这些部分和互水组织等等，还会有很多很多很多的诉讼。对，我相信以国民党现在的策略，那么重点当然是在于现在来讲是命移转国有有关股权命转那个本案的诉讼。那一个本案的诉讼我已经说明，我当然我一方面我也请律师帮忙，对，那另外我当然本人也会亲自出庭。我想这一件这也是国民党的权利啦，我也请律师，虽然说他这个用很高的这个费用来去请这样子的律师来去做应对，但这也是他的权利。所以我刚刚从这样子听到的这个，至少主委应该是有信心啦，可能因为主委自己本身其实也是在这个司法界应该也是大家都知道的，我相信要跟法官做论述啦，做论述应该是会很有，应该是有自信啦齁。你如果这样说的意思，应该是不怕应用钱来说就对了。我在这边要另外要强调，因为钱是一回事，你现在要再增加这个诉讼费用也不行嘛，因为这个都编了。但是另外一个是人的问题，党产会这个副主委现在都还重缺，原本原定要出任的这个廉政署的副署长，这个洪副署长齁，
遭到法务部的这个检审会反对，无法就任。然后在党产会的工作人员也只有一个从调查局借调的职员，而且是一月要归建。我想这一块哈，怎么样能够强化我们现在需要的人力啊？我在这里，我想请问一下主委，你有什么样子的这个想法？人力上面，我想应该也是要思考怎么样扩充借调。人力上当然是非常非常的缺乏，而且我非常的感佩我们现在所有的站职员工。日以继夜的这样子配合我的这一个几乎每个月都有一个听证的一个程序的进行，来这样子的一个付出。那现在的问题当然是在于是说借调，因为现在您刚刚提到的几位都是属于借调的状况。那我现在确实借调的状况是面临了一些问题，因为大部分的公务员如果是以才借调，他要占原职原缺。然后要借到这个我们必须来讲这个每天你看现在国民党的青年党工在外面埋锅造饭哦，像这样子的一种工作哈、哦，我确实在借调上面面临的一些困难呐、啊。那但是我想，我想人事这一块不全然可以掌控在我的手上。坦白讲，我要借调要经过原机关同意，对，我还要去寻求一个比较适当的人选嘛。对，所以我只能够说我会努力的去寻找。那我们现在这样的人哦，大概就是说20个左右的这个全职的员工。那我想我会跟他们一起共同努力啦。我想在这边哈，我也是要借这个机会向行政院公开呼吁啦，因为转型正义这个绝对不是党产会自己一个单位的事情。我想这个是整个政府的一个政策，所以怎么样能够让它顺利进行，我想行政院应该要在合法合理的范围内给党产会充分的资源。所以我希望国会，尤其是这个参与转型正义工作长期以来努力推动很久的委员，应该都有这样子的期许啦，包括协调法务部尽速处理副主委的这个人事任命，还有更多具有这个调查经验的人员的进驻。我想这个一定行政院要感受到党产会的压力跟需求。那在这边主委，我希望你可以这个我们一步一步，虽然遇到很多困难，希望能够一步一步的完成选民的寄托啦。是，我就战战兢兢的一步一步走下去。谢谢主委。那我们下午就休息到2:45。再继续执行。休息。对啦，早上，你安尼袂冷？哦，少年不怪，哈侪人哈。要讲好了，2:30。